欣慰啊。是好啊，嗯、啊，多少人抢着来听相声、啊、喜欢，说明什么？嗯，说明大伙爱这个。对，相声有您的支持，嗯、啊，不会灭亡的。那倒是，是是、啊、是, 是, 是, 是。我们两个人大伙儿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哎，有熟的，有不熟的。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啊，郭德纲是，这个人很了不起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著名演员，不敢当，不著名。说得好，没、哎、哪儿好，人家都说没有没有啊，不像您说的那么好，好人不敢，好人。你还商量什么呀？是，那我说是就是啊。你是不是好人？是是是。这说瞎话。啊？别到底是不是这个？您客气客气。那我说我不是，那也不像话呀。好人啊，人性好。那您捧。说相声这老乐啊，没有。是啊。这玩意儿说来啊，嗯，好人不多，坏人不少，嚯、哦，流氓无产阶级，是啊，就我们这行，嗯，找于老师这儿，嗯，说实在，你往上看，往下看，没人，哦，这是个完人，哦，还完人，完了，哎，就完了这么一人呐，完整。哎，这么说对，挑不出毛病来。哎呦，您也过这。说实在的，就您这为人啊，就得往古人里边去找。哦，我找哪一位古人呢？就您这多才多艺这劲儿啊，像谁呀、啊？李师师。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对对对，能力大，有能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哦，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您说，把名字改了吧。我改叫于师师。于师师了，这叫肉头。肉头，多嫩啊！那管什么呀？光一个李师师把您就比完了吗？哦，还不行。就您这性格，性格也好啊，刚正不阿。那倒是，正义感很强。哎，应该的。说相声都是找您这儿的，没有，也不好找。古人里边去找哪一位？杜十娘，把名字改了吧，改叫于十娘。哎。于十娘了又，伟大的母爱啊！哪儿有母爱啊？这里头，这俩人也不能比完了您呢，还不行啊！民族气节最重，哎，这是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现如今北京城国难当头，嗯，只有于谦一死拯救万民。哦，你死去吗？我死去，死去，真死去啊！谁跟您比呀、啊？啊，赛金花，赛金花。当初八国联军兵困北京城，嗯，没有赛金花出头露面，北京就完了。是是是，把名改了吧，改叫于金花。于金花可有一样啊？刮大风别出去。为什么？广告牌子被你拍到了，大伙得说说什么？哟，砸金花了！嗨。还有玩牌的，这得啊！说明您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哦。但是重是重 啊，您不能找一不是妓女的跟我比一比去。别人不足以表达您的高尚性啊！只有跟这几位比啊，说明您的人值得钦佩哦。希望您这演员长寿。哎呦，我借您吉言，多活些年，好为相声做贡献，应该活一百岁的老寿星。哎呦呵，您看看，我三百岁啊，又涨了五百岁。哎呦呦呵，有五百岁的老艺术家。哎呦呵啊，五百，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他进去。哦，看见吧，那有一先生了，是，你还动吗？动啊。动呢，别摸，咬着咬着还咬啊！希望您长寿哦。你要是身体健康，嗯，头一个高兴的是我，
啊，您当然替我高兴。我们哥俩交情在这儿呢。对，过这个是好啊，希望你好。得嘞，希望有天大的祸事，我愿意为你去扛去。你这是朋友，为你费多劲我都乐意。哎，哪怕你犯大错，我也敢要枪毙。哦，我喝出万贯家财。嗯，我给你买一个按揭。对。怎么叫按揭呀？按揭两年，按揭两年，那不叫按揭啊！哎，那缓刑。就说这意思，为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咱够朋友，咱得人家的好处。哦，这还怎么说呀？我跟他关系那是不错。嗯，我跟他上辈，跟他父亲，嗯，我们他爸说实在。您这您跟我爸爸都搅和一块儿了，知道吗？说我们老爷俩啊，好啊，是忘年交。哎，哎呀，我他爸，我告诉你啊，我还是没分开呀、啊，这个我们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是啊，这么好哦，这老爷子了不得，真的啊！年轻时候是有名的老中医，对。学医的、啊、嗯，北京四大名医，嗯，教他爸爸一个人，就这么一徒弟。呵，说实在，最早在同仁堂那做孩子的时候，对，不是，你先等一会儿，不，嗯，同仁堂那不坐台，知道吗？谁说坐台大夫吗？坐堂的大夫那是，差不多，差远了这个，差远了啊，坐堂大夫。对了，一扫于谦他爸爸，谁都挑大拇哥，嗯，罢了，要说王大夫这人啊。这好处，就别得人好处了。嗯，指不定得谁好处了呢？您，他爸爸说两句吗？尿道病毒，尿进京了。不是，这哎呀，行，别说了那个，尿道病毒啊，有这怎么说？药道病毒啊，尿道病毒啊啊！说实在，这么些年啊，没出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好妇科大夫。对，学妇科的啊，妇科大夫哦。一来女患者吧，乐呀乐，后来孙大夫开除了，开除了也没提，也什么原因没提。哦，说这个条怎么说，这段说啊，这还管着。家里有间小平房，嗯，老是跟家被人民服务，哦，自己开的弄小黑屋给病人检查，怎么还小黑屋检查是吧？嗯，后来病人家属给送块匾，怎么写？妙手银心。像话吗？怎么着？妙手回春呢？是咱们我那会儿小，我哪懂这个？那您就这么说啊？我走上家去跟他唠嗑。哦，这会儿要是没有女病人了，咱俩聊会儿。哦，老头给我讲了古典文学。您去他也高兴。一屋子书。哦，一屋子满地一面墙线装的。咱那会儿小，我哪看懂啊？哦，老头给我讲。嗯啊，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嗨。他看点别的好不好呢？你就得看画，还看画，看书吧。这个他爱聊，哥俩聊不来。是啊，聊不来。哦啊，包括老头，老头后来身体不好，我经常去。您瞧谈去，我一天一趟。哎呦，他那会儿不在家，我出差，出门演出去了。对啊，演出去。嗯，他们家哥仨。哦，他行二，对，中间一大爷，底下三兄弟。是。哥仨岁数差不多，是踩着肩膀像大爷，隔着不远。大爷39，对，踩着肩膀啊，啊，37，可不吗？差两年。三兄弟14，对，这是踩肩膀吗？这个差不多了，差远了这个啊。老三在那儿做买卖，哦，家里大爷一人，嗯，天天守着老头，尽孝。那段时间总是咳嗽，后来就躺着动不了了，哦，我就上那儿看。卧床了，我有一进门，我说在我眼泪都下来了。怎么？老头躺在那儿啊？嗯，要不怎么说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是，真难。嗯，就这么大能耐，嗯，他会多少种妇科疑难杂症？嗯，他躺那儿对自己多有多新鲜呢？啊，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大爷坐在那儿，嗯，一瞧，说句良心吧，我这人眼泡子浅。爱哭，躺着啊！老头那脸呢，惨绿惨绿的。嗨，大哥那脸，嗯，翠绿翠绿的。怎么他们爷俩谁先死啊？这是？怎么全绿啊？两爱翡翠。嗨，怎么了这是？大哥怎么了？啊，哎，得狼来了。啊，不行，难受。啊，
也咳嗽。老头儿是够熬的。哦。我是多年在天马。嗯。签儿老三都在外地。可不是。我自己盯着。嗯。我两天没吃饭。你看。你别这么着，你哪儿都别吃亏呀。别吃口啊。啊。我替你盯着啊。嗯。人是铁饭碗。对。饿了呗。老头儿没怎么着，你躺着。是不是？是是，快去吧。啊，上什么上什么？哎，您替盯着啊，我得盯着点儿。是是，边边大的吧。嗯嗯，老头对我这么好，哎，咱多少古典文学知识从这儿得来的？没多少，就一本《金瓶梅》，你知道吗？说到这儿，嗯，你爸爸那儿，哎呀，是接不上气儿，不是滋味。嗯嗯啊，你也有进去啊？怎么这话都出来了？什么叫也有今天啊？原来多壮啊！啊，大高个儿，是肩宽背厚，他壮，一脸的厚心毛，哎啊，全长脸上了，这个跟金刚似的。嗨，现如今这躺没人样儿了，瘦了，看烟熏呢。啊，曾几何时，老人家啊，叫我看书识字儿。别提这个，给我缝补鞋吧。哦，叫我偷西瓜。嗯，叫我扎金花。不、哦，带我走上了光明大路。嗯，现如今他扛报应。报应？怎么说话呢？您这是？我抱着他，他也不答应我呀。嗨，这是没有这么说的。老爷子，睁眼瞧瞧。啊，认识我吗？是。都刚来了。啊。他说什么？行，还能出音儿。那可不是吗？看看我是谁啊？德刚啊，还认识人。哎，我很感动啊。是吗？人到这会儿还能认识我。您进吧，我扶您坐会儿吧。啊，饿了，弄口水吧。喝点水还不行。我干点什么呀？怎么办呢？您要什么呀？怎么我怎么着？我要小姐啊！这可不对呀、啊，这个，这老头怎么了？这是？太岁数了。哎，对，什么岁数了？这样要小姐啊？嗯，怎么了？方便一下。嗨，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他这。手就完了嘛！受金瓶梅的流毒啊！嗨，一辈子没离开这个的。我扶您起来吧。啊。啊。啊。尿完了。得。啊。那我一歇。那就嗨。言语事儿。必须的，您的啊。老爷子，您放心，好好养着，没事儿。嗯。哎。怎么了？太坏了。啊。没说别的呀。是。我得看看鼻息呀、啊，看看有没有气儿，看看喘气儿吗？啊，怎么样？死了。对呀、啊，不死也让你给处死了，这个。整个都死了。废话嘛。一点没找没道理啊。啊。这苍蝇呜呜。太快点了吧，这个。来了。啊。这怎么办呢？嗯。赶紧进厨房吧。哦。一进厨房。干嘛？我愣在这儿了，怎么了？我眼泪止不住，哭什么呀？我看你大哥，我言心呢。他干嘛呢？跟两天没吃饭啊，百日床前无孝子。是是，这样没地儿找去。他是孝顺啊，嗯，那你说他吃下去吗？那你给他炖个肘子，呵，哪枪我吃不了，根本就不行了。我在这儿疼着，哎。也就煮了点面条，可不就吃点这个？哎呀，煮了点宽条的啊，煮了点细条的，哦，煮了点干干面，弄点小碗抻条的，七八样面条，嗯，炸的酱，大的卤子，哦，羊肉丝是，干干面的调料啊，血的芝麻酱，炸的花椒油，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这时候还吃这么全呢？三十多样菜码，嚯、哦！这会儿正包蒜呢。呵，有心上吃蒜。我说你真行啊！啊啊啊！你这心忒宽了。哎呀，还吃。
吃得下去？你爸爸死了。你爸爸死了。告诉他。哎呦喂！这才难受起来。别吃了就啊，不让他吃吧啊，吃了三碗又喝了两碗汤，不原汤换人事溜溜缝，把碗一放往人坐，人傻了，怎么掏出根烟来，先抽根烟，我也不敢打扰他，是啊，不让看着，半个多小时不都问我啊，哎，你刚才说什么呀？满没听见呢，没往心里去，合着你爸爸死了啊，是啊，你瞧瞧啊，行，别吃了，先瞧去吧。就心宽，你知道吗？那也不能这样。来这屋，趴在这你爸爸身上。哎呦，还哭出声来，宝贝儿，哎，干嘛哭？哭宝贝儿？怎么哭啊？那可哭爸爸呀？怎么哭啊？这个啊？啊？我还教你是怎么着？没教过呀？那怎么就得哭爸爸？他哭了这，你打门口噌的进来一个。啊。你三兄弟回来了。哦，我兄弟老三做大买卖的，是啊，正在保定那跟客户谈呢。嗯，有一个投资30块钱的大买卖。这什么买？倒腾耳挖勺的吧？这是。哎，我正洗浴中心啊，池子里跟客户正商这事儿，不够洗澡的钱。你再添5块，再添5块。嗨，甭跟人矫情了，这。你说着手机响，啊，打池子边上拿过手机来，哎，怎么着？啊，这倒了沉的事儿啊。小子啪一扔，翻身打池子里出来，顺着京师高速走。我晕来了，我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他戴着眼镜，那管什么呀？这个再来个口罩，算3点式。那嗨，不行啊，该挡的地方都没挡上，知道吗？哎，那也得坐火车。归心似箭啊，归的心似箭，王八是吗？什么叫归的心似箭呢？不许美化他啊！谁呀？回家的心着急，是的，着急。哥俩趴在这儿，拍着老头哭啊！啊，哎呀，哎呀，哭吧！啊，这拍着板呢是吗？哭罢多时，站起身来，我得劝他。啊，您得说。别哭了，子桑在，你商量这白事儿怎么办吧？这是正事啊。嗯，大爷说了，嗯，怎么办？啊，家里有多少钱都拿出来花了的。哦，姐心疼。对，办事。老三说这不行啊。嗯，顾死的顾活的呢。怎么？以后咱们这日子怎么办呢？这倒是。够料理的就行。嗯，咱俩别铺张浪费，还得过日子。可是100块钱花。哎，100。那能办什么事啊？大爷也急了，别废话啊！俩人越说越呛了。我一瞧这可不行，怎么？死伤在地不可打闹。对呀，我得劝一点。嗯嗯，别打架，别打架。这俗话说得好，二狗相争必有一伤。狗啊，狗咬狗一嘴毛嘛。还是狗，二虎相争。别打架，来大爷啊！你过这儿，你过这儿。老三，你蹲那门口，蹲那儿。还是俩狗是吗？依着我说，抓紧办白事儿。这对。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白布拿出来，做成孝袍子、孝帽子。哎，门口一挑闲纸，给大伙送信的，大办白事儿。哦，办事。要说起来，嗯，老爷子这辈子可不容易。那当然，为家为业，受尽操劳，已是年老气衰，心脏症痛绝欲裂。嗯，虽经北京有名医师肖公友、孔国华、汪恒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爸爸心脏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坐恨极天之地而玩了。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宝方魂传出，各地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嗯，这天写指挥飞花白布帖，这天写血泪染成杜鹃红。是，大伙都写，我不能闲着。您台上是写五大字，贴在这当中。什么字呢？小品吴小芳。哎，没听说了。有写这五个字的吗？随份子吗？随份子，随份子写这个呀？啊，我不写，反正门口大门左边这张纸是我写的，是吗？哎，苍天有眼。哎，我爸爸早就该死了。
该死。这什么叫该死不该死啊？我写的叫什么来着？树报不周，您这写的不好就怨我啊！我看你们家就看你们家见天儿贴的没注意。哎，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这个、嗯、没有天天贴的。都弄好，你老头换装过吧？装过，先把这身给脱了。哦，嘁哩咔嚓脱了一会儿，这臭啊！哎呀，扒着脖子自然味儿，这可是躺过床多少日子？坐大柴锅啊，加上皮鞋，里边水哒哒。开水，我脱一大光膀子啊，来提兜子，嚯，大胶皮鞋，嚯，谁热了吧啊？待会儿还待会儿，待会儿，您这退猪毛呢是怎么着？干干净净的，擦洗干净了，啊，换好这身衣裳啊，整木金刚经，脱了精美小白布，高头水袜子，嗯，好看，是穿好了，哎，棺材就抬来了，哦，棺材来了，不是，你爸这棺材，嗯，确实很了不起，对。这是棺材的，别扔了啊！这蛐蛐过笼，知道吗？秀气，你知道吗？没有这么比喻的，很好看，得大啊，比这大，那不过来吗？是北京前代打木厂、万祥木厂做的材料叫金丝楠，讲究。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哦，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点字，写着你爸爸的名字。哦，上写新丰，新丰俩字是横的，底下白字是你爸爸名字。怎么写？新丰，嗯，登侍郎于太英，嗯，会进郭。哎，我爸爸叫于进郭呀、哎，什么名字这是？叫什么？头炮饼。鱼头炮饼。您怎么胡给起名字呀？好听的名字，写他名字就这食欲。哎，没听说过，都死人了还有食欲啊？都弄好了，嗯，开始入殓。哎，入殓，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对，进棺材。哎呦，请来这些个人呐，啊，有吹唢呐的，哦，吹管子的，是是，敲锣的，对，那个锣子看着瘆得慌，哦，大。哎，说出来的啊，这大哥，哎啊，这是锣呀，这个，嚯、哦，这心儿，这心儿，这嗨，锣琴儿这么大，个儿那锣这么大，对，咣起咣起咣起，这声就对了，震天震地，嗯，敲的人心都碎了，是是，阴阳声已到，吉时已到，嗯，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哦哦哦，请大爷，哦，长子抱头，这叫我哥哥，大哥过来，嗯，走走来走，哎，来咱来。您这往出捏臭的点呢，是怎么着？怎么着？抱头这么抱啊？那是啊。老师，我受累，吹吹，开始来走。吹吹，嗯。今天是个好日子。好日子，像话？什么曲子这是？哪懂这个是吧？不懂您就说。哎，装在棺子里边。嗯。第七天早上开始念经。哦。僧道盘尼寺横经倒弯的来。是是。别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吗？没人请这。也就是你们家。对。请来和尚高搭法台，正当中头戴五头冠那位大帽。是。他领着大伙念。哦。眼口湿湿开，深有耳经。呵。扔米撒小馒头。这都好听啊。好听啊，这叫。好听，哎，这么着得了。嗯，那既然好听，您在这儿给我们学学这个念经怎么样？念经是吧？哎，来一个这个啊，和尚念这经。我会多少，我来多少。哎，对对对，我借您回劲儿，使多少劲儿。好好好，念经。道堂成净，嗯，镇济疆场，摘除千层上香设备。
弄这儿了。这个多好啊，还能都往下唱。好什么都流行歌曲了，都串了好些歌儿了。嗨，那有什么用啊？这个每七天你得回去，7749天，不、哦、僧道谈你轮番来北京，军师您的军师给你爸爸专重，我讲究。别人起得来吗？是是，军师您的来了，哦，功德您的也来了，喜事您的也来了啊，馅儿饼粥的，哎，不是，哪儿来这么些厨子呀？这个开庙会吗？庆祝一下吗？什么庙会呀、啊？这是办白事呢，知道吗？一直等到出殡这天到了，人家一瞧这天儿啊，哟、啊，那这好天儿，黑的跟锅底似的啊，阴天呐！打雷哦，哎呀，大喊是，一瞧打雷，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啊，都躲开点啊！打雷了，嗯，别劈着你们呐！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有报数的吗？是不见得准批得上。那对了，批上不就死了吗？这个搞笑吗？各位，搞笑什么日子口的搞笑？搞笑吗？这不用这个呀，活跃气氛嘛，是吧？好嘛，这白事知道吗？一会儿功夫，晴空万里，红日喷薄，还出太阳。院子里边一三根白纱高，嗯，搭七大红过街牌楼，东五二楼用蓝白纸花搭的彩牌楼，上写三大字：当大事。对，孟子曰：为宋。以当大事，嗯，早晨9点钟祠堂发迎，先放3声解号，请来文官联署武将进门，先由2队杠主讲，金砖请额外上小杠48人杠，后方大道80人杠，杠铺满都是红缨帽绿夹机器，都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山套裤，80人杠分3班，240人摆开字长蛇对阵，浩荡荡威风凛，紧跟就是智儿之马。多大的台上有开路鬼大路鬼，嗯，英雄斗士不好误，方一方向科二向秦兄弟身说玉立四大门神，嗯，杨学爱左高不一书记牛逼四贤，指儿过去同音发出子弟文唱齐个大户带家墨，嗯，中豪富中情乐松管四大四要的八二八的八要的金砖五豪金的硬硬饭硬的硬各种硬的台啊，把黄的反弹闪就金丝味，非正题非正题，非主题非标题非绿题非黄题，四对香官八对香官，从过二零到过二零还能四个合了四十，牛棚大喇子40，童子军就150，小王二岁花钱2岁晚年2岁，在前面有影子做摆着，你爸爸这相片哦，猴啊，是相片吗？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拉了拉纸钱，是拉纸钱贴金猫啊，三层开花满天飘，对，叮叮叮，这是关照过来了，好，两大相纸倒退手，这么叮叮叮，对对对，当当当当叮当啊，当当一个大秧歌啊，多热闹，这热闹管什么，甭扭了，送进新营2000对，嗯，一个个胸前佩戴白纸花，是俩人嫁一个个，俩人嫁一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大衣，手里还拿着引魂幡，对，泪如涌泉，泣不成声啊，早晨9点钟出堂发迎，这口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由东城奔西城，转遍北京4圈，到晚上7点半带着棺盖抬回了家。怎么又抬回来了？没坟地，哎，去你的吧！相声都是编的，对，这段是真的。没有，哎呀，这段也是假的。你说有？哎，我干嘛呀？我你说有，我给大伙再说一段。听这相声，我把我爸爸都豁出去了，是吧？好，我现在给你爸爸再说一遍啊！哎，没有这么说话的，没有啊？哪儿这么些个呀？不许在舞台上拿伦理找包袱！哎，您要不说，看大家的乐啊，或者是批判的乐，知道吗？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哎，对，都当爸爸了，现在孩子国院子从来不爱占便宜啊，是啊，大伙儿不是圣人啊，我不老信的，爱听相声有好处，嗯，哈哈一乐，反正我这人的素质也就比较低一点，是吗？也没什么文化，嗯，虽说写过书，当过编剧，做过导演，嗯，给大学讲过课，但我文化水平不高，我的觉悟也不高，觉悟啊，所以说我们只能这样，嗯，目前只能先让观众笑。今天早上有一个节目找我去做访谈，嗯，
其中他问道：“说有人说批评你的节目只顾搞笑不顾教育意义，你怎么看？”嗯，我说先搞笑啊，不搞笑那很搞笑啊。对，相声要不搞笑，那不就完了？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嗯，首先是怎么救活他？对，而并不是考虑救活之后他的路怎么样，他怎么为人民服务，他上哪儿上条件怎么能干？那活了之后，不死就说那个了吗？是不是啊？说的有点远，是不是？谢谢大家对我一个粗人的理解啊！啊，长命相身心快乐，乐吗？是不是啊？啊，各个年头都是在的，缺车的、缺钱的、缺房子、缺德的啊，缺什么都有。是，记得这个我给不了你啊。对，该省钱你省钱，该还债你还债。对，这两三个小时如果能让您开心，嗯，暂时缓释一下，我觉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是不是？错啊，先咱们先就这样，若干年后好了再说以后的事情。好多人，好多朋友说，哎，我心里很压抑，但是我突然向我痛快了。哦，我说谢谢您。嗯，这说明我们的作用达到了。哎，您承认我们了，对，是不是啊？嗯，当然了，要是真有病，您也得看病。对，是吧？你说肺癌晚期一点，病两段，您得死在这屋里头。啊，对。那就害了人了，这该看病还得看病，嗯，大病治不了，是啊，别耽误自己。哦，好多人病都是耽误的，对，比如说，又说我呀，我现在很兴奋啊，大家，我这要倒霉的，这就，我说谁呢？啊，不还还说你？哎，你也甭往下找，最后肯定落我这儿。当时掏二百块钱说了，是吧？就说你吧，说我行，说你在哪儿不痛快是吧？哎，对，我不痛快。我举着例子，哎，这是有病别耽误。嗯，这点他很明白，他爸爸是个大夫。又来了，不说那假的了吗？那个，我们这相声最大的好处是来回说，是吧？哎，对，都有理啊。嗯，他母亲这病就是耽误。是啊，老太太迷信。嗨，什么叫迷信？嗯，迷迷糊糊就信了。对，什么都不明白啊。别那样，有病你给我看病，嗯，别耽误。他们老太太是不是耽误？是吗？啊，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入那个什么？嗯，衣冠道。哟，这个害人呢，这反动教会门。对呀，他们母亲就信了。一贯害人道啊，嗯，还帮助那道里边渡人去。渡人就是把别的不信的人来的也信他这个。哦，劝化信他这道。渡一个呢，还能挣两个钱。还挣钱啊，渡一个就两个钱啊，就要是电焊啊，就找着就包了，修自行车的似的啊，这一辈子可信这哦，后来我就不让你偷着信，自己偷着摸摸的信，哎，有病也不吃药，啊，跑那儿问去，问哪些儿，那我这病怎么办呢？是是，给这好办，嗯啊，回家弄点些香灰吃，香灰，我带回家还香灰喝水，快剪呢。发不起来了，甭快剪了，这蒸大馒头吃，吃吧，吃完俩礼拜没上厕所。哎呀，你这玩意儿咱就吃药，嗯，吃那个去火的药，往下打，拉出三泡蚊香来，嚯，拉的还挺匀实，这玩意儿。不许拿老人开玩笑，人要不说我也不这么接，知道吧？净挂舞台，嗯，招人家说你，没听说啊。嗯，哪天有关部门把你家玻璃就砸了？嗨，有关部门也不是什么正经部门，这个。你这么一说，人家不来抽你了吗？就说这意思呢，他难受，病越来越重。嗯，后来老太太又去了。哦，病不见好啊，是怎么办呢？嗯，你回家吧，家里是亲骨肉，不是这先生。嗯，拿半斤肉，不吃了就好了。拿人肉吃愚昧呀，那可吃人肉治病啊！晚上回来夜深人静，你们都睡觉了，嗯、啊，老太太站院儿，眼泪哗啦哗啦哗啦，那可不是吗？啊，难过呀，啊，哎，心疼啊！夜深啊，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新娘月老。沉着呀，你知道的。月老他交给我，一得到就把人杀呀。啊，大刀相对，头上砍去。啊，这还行，这别唱了，这。
怎么？为了自己活，嗯，狠了吧？哦，啊，来到这屋，一挑这帘儿进屋。我妈练过呀，这是，还有身上，拿手一点，嗯，眼泪下来了，一直哭着呢，刚才。没钱啊，自个儿的孩子，对，下不去手，是。老伴儿，哎呦，老头子，念心是儿媳妇，对，睡一块儿啊。等会儿吧，不是，不是，别说了，别是亲骨肉，什么是亲骨肉啊？这是，行了，别把就说了啊，啊，这么一炕躺仨，全睡一块儿，大户人家吗？什么大户人家呀、啊？这是按原始社会那么来的吗？没听说过。有帘儿，有帘儿，有帘儿啊！有一帘儿哦，哎，于谦隔开，把我隔开，没听说这不说这个什么？对，说这个就是什么了？没有，不能把我隔开啊！对呀、啊，谁是对的啊？冠军是对的，对不对？啊，就说这意思吧哈，这那边那屋你装修都跟这一屋旧味儿啊，哎，嗯，怎么办？嗯，老太太很为难呢啊、哦，看这刀，擦擦眼泪，嗯，脚踏黑土地，没完了，头顶下天天，还唱呢，一撇一捺念恩人呐、啊，什么字？我在天地间，嗯，人间有正道啊。大半夜的，五根不准不要了啊！没有，没有，怎么问啊？怎么问？老头子啊，真了啊？不行，嗯、啊，不行，舍不得。一日夫妻百日恩，对，百夫妻是海参，对，海参没有天儿贵，天儿八十买一斤。好，买卖人的话要记住吗？谁呀、啊？于谦。哦，这是。下手，下手亲戚，当然亲生骨肉，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对，真伤了他，嗯，我对得起他爸爸吗？是，他爸爸在云南呢，现在。哎，不对呀、啊，您等会儿，不是，不是哪儿啊？没有啊，这还这还上口呢，这不是旁边躺着呢吗？这不是，躺着这是父亲，这不一样吗？那能一样吗？那玩意儿。怎么不一样？名儿都不一样啊！一个叫爸，一个叫父亲。别问了，问了心里是病了。我不问，我更乱得慌啊！这个，你不能不管啊！坦诚犹如风吹帽，你甭问了。我这人太宽心了。你糊涂，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啊，遇见这种事儿，别说，你当初你说徐德亮，徐德亮外边解释，就闹满城风雨。是啊，那您有经验，听您的。这不能听您的。说他们不乐我也得说一遍到这儿了他们媳妇儿、啊、怎么办呢儿媳妇是外人哦叫儿媳妇哦小潘媳妇姓潘嗯金莲潘金莲啊绑骨吗这个名字绑什么骨啊这潘金莲一金花还够了嗨这倒是活的这是嗯行啊，你媳妇坐起来了啊、哦，讨厌，不、哦、好，难啊，哎呀，公叫人婆叫儿子叫，没听话，谁叫了？哎，你妈又说一点，嗯、啊，这香啊，哇，啊，哪儿还亮相呢？没，娘俩就出来了，到院里边、啊，你妈把这一说，哦，你媳妇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把刀给我，干嘛？大块。嚯、哦！一大块肉，哎呀，
地有一个老太太接的时候眼泪哗哗，心疼啊，太肥了，肥呀、啊，没有这么飘的，知道吗？腻，还飘呢。看看那个水晶啊，那就行，一样的，知道吗？洗了壶肥啊，好再来，真吃的啊，好，改卖肉的了，先吃。不用睡觉啊，老太太剁着肉，进厨房切，我来切，切完洗完了，拿粉刷似的。拿遥控打个电视干嘛？里边出一南方再浇一点小冰头。哦，在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做法。现学呀！啊，现学呀！看明白了啊！削四个土豆，一把干粉，嗯，把这肉烩出来。呵，老太太都吃，全吃，都是几个吃吃，吃的很舒服，是太平了。吃完没三天，你妈这病啊，好了，死了。人那还不死？出殡的时候，你媳妇哭啊，哭得泪人似的呀，心疼啊，腿疼啊，是。但是不好说，有难度，成才率实在是太低。嗯，一千个孩子学相声，最后说落住一个就不是原因。那很不错，一个好演员跟台上摸爬滚打，四十岁走红都不算晚，这很正常，是吧？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嗯，我们不像别的行业，你说京剧也好，什么也好，都好用。嗯，啊，有章可循，我们这个无章可循，没有规律。所以说，从小有的孩子小了七八年了，嗯，老师才告诉他。干点别的去吧。哟，你说不了这，这不适合。你这他小七八年才到的这啊，我说没有办法，是吗？今天我也不得不跟你说，怎么着？您要跟我说什么？干点别的去。太好嘛，这二十多年晚点了，这你先凑吧。凑，这小子都很聪明，嗯，小子很聪明，他爸爸管得严，是。管得严，我们家教严。他从小考试，每张卷子，期中的、期末的小测验，拿个老师准看啊，必须得一百分审查，不过一百分他不干啊，可难免有的时候考两天，谁不出错？是不是？你这次一百分，下次你保证你错一题啊？是不是？这回签考完了，十分对，那叫做会一题，知道吗？不是错一题，慢啊。前儿那会儿也怕他爸爸伤心，啊，拿笔后加一零，哦，他爸挺高兴，是啊，好像也是经常的人，哟，有的时候这个三十二分，怎么办呢？就是好改了，这买憨点的笔，啊，啊，改成一百分，半拉卷子都是一百，好，画大事了这个，那就画的叉都得挡上，啊，是吧？啊，一直到六年级下学期，啊，他爸爸就叫来，嗯，哎。我想想，你这些年是不是在骗我？我爸爸这反应够慢的，嘿。马上上初中，不允许你再骗我。啊，六年了。买了一个测谎的机器，测谎仪。对，你再说瞎话的响。哦。响。那是就明白了。再说在考完试拿回来，于谦心拿鼓了。那是。他爸爸坐在机器旁边。嗯。多少？嗯。一百。看着机器。嗯。瞎话。呸！说谎啊！不是，是啊，还假？说实话啊，四分儿。还拉气啊！说实在，你这缺德玩意儿有六米呢。是是。爸爸小的时候门门一百分啊！嚯！炸了！这个。换换人，后来他考曲团了就，哦，考曲团了，很不还是接着说呢吗？这个都没接着，另一回事儿。你乐意接着那说，哎，算了，说哪一块都是我，你随便。在曲团里边，嗯，确实不错，哦，哎，考试成绩很好，哎，初三呐，初七呀、啊，
我念半天还欠人好几分。很生气啊，很生气，恨我们大伙儿。哦，反正考试都比他强，是，就他比老师也没辙，你怎么那么大考取他老师不愿意要？是啊，啊，考试一个个进来，老师坐着坐着。叫什么？嗯啊，郭德纲。对，您、哎，李德亮。都叫什么？李菁。您报名就考上了。你已经等会儿。看我不至于那么恶心。叫什么？于谦儿。哎呀，我这名儿比我相声还恶心呢。大四岁，我就这么难受。是，出去，回去就埋，出去就埋。埋了。没那么大罪过这个，没听说过。后来勉强就留下了。啊，留下你干嘛去了？跟这块混呗，是吧？混。我们考试都拿一两分，就他不行。嗯，他也恨。那当然。小孩嫉妒。要强。零钱都攒着。干嘛？买了瓶硫酸。干嘛用啊？搁在床底下。啊。你集体宿舍嘛。是。都睡觉了。嗯。半夜他起来了。嗯。谁也逃不了。嗨。硫酸倒一搪瓷子茶缸子里面，啊，端着这个，嗯，啊，你们一个个的都考这么好，啊，就我不行，嗯，我毁了你们，毁容，给你们毁容，嗯，只要喷到您脸上，你就死定了。是，哎呀，不敢啊！其实说了归齐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嗯，无非是为您各位合作，嗯，啊，希望大伙都支持。是，最近一段时间也确实很多事情不尽人意，嗯，你想，300人剧场一会儿来500人，那肯定有进不来的，那肯定。你电影院卖麻了，还不让别人进，嗯，就这种有办法，我们也在想办法。是是，所以说有进不来的朋友们呢，嗯，多体谅我们，多体恤，会想主意，是不是？再一次代表北京德云社，谢谢所有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是，谢谢各位，感谢。给大伙唱一段大实话，好，我会唱我们一块儿啊，哎，说天亲，天也不算亲。说地心，地也不算心。
心累啊，我很痛快，高兴，高兴，嗯，有很多老朋友，哎，熟人，也有新观众啊，头一次来的，头一次来的，嗯，希望您以后经常来，对，这位大伙儿都知道啊，也都熟，我们这儿的中流砥柱，哎呦，不敢。中国相声界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越说越过啊！著名相声演员，谈不到。你叫什么人？不认识啊？嘴边挂着叫有名字，反正是。您挂哪儿啊？嘴边上叫什么来着？什么赵什么呀？什么？于谦。哦，孙先生跟我合作的。您这耳朵还不好啊？是怎么的？刚跟您说一遍，于谦，于谦，哎，对，于谦是了不起的人呐。没有，人太好了，是吗？台上这咱不提啊，嗯，台底下，哎呀，呵，是好是不好啊？好啊，好，那我就踏实了。那人性，哎，啊。惹你了，我人性好，人性好怎么脆上了？这个有点土，来飞机清平了，好嘛，了不起是吗？您做人啊，占五个字，哪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嚯，我都全了，了没有？了哦，了，这个人说实在的啊，现在最缺是吗？缺大了，是缺我呀？是缺什么呀？就是你这样的缺，知道吗？不多见，我越听越别扭，这话。自打八几年严打之后，这样没了，是全进去了，那就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占全了。嗯，这叫圣人。嚯嚯，于圣人！哎呀，你过奖过奖，剩下了。圣贤了，圣啊，特别圣啊，圣贤之圣，圣贤。哎，先说这个人，这怎么讲呢？宽厚，哦，宽厚慈悲，这是人，善，善待别人。啊，走到街上，嗯，小孩跟那儿打一只猫，哟，这么大个大猫，野猫没人管，那也不行，瞎一只眼，嗯，孩子跟那儿淘气，拿小棍儿站那儿，拿死你！性子挺慢，心眼可够狠的。嗯，没人管。嗯，于谦过来，这走，哎，拦住，走开，那大眼珠子呢？猫呢？谁都别靠前，多可怜这猫。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你看看，走开。啊，走，踢出去了，大皮鞋这么着跟啊，一脚踢死了。死了，不受痛苦，不受痛苦。哦，人心呢？啊，这叫善。走到那地铁口那儿，嗯，数九龙灯，大雪纷飞，冷，有卖小兔子的，哦，小铁笼子编的小白兔，不给吃的，不给喝的，啊，二三十个都码好了。哦，这人也冻得躲着地铁口那躲着，你看谁管得了啊？人家打着我，多少钱？多少钱？干嘛？十五哦，十块钱一个，我全要到了，我就这么高兴，给你吧，给完钱了，嗯，买裤子走了，嗯，于谦跟这儿，哦，二十八一个往外卖，啊，倒裤子的呀，心眼好啊，哎呦，这叫好吗？这个走到这门口来，老太太，嗯，这胳膊有残疾，哦，鬓发蓬松，穿着衣服很破，一脸的滋泥，要饭，无家可归，这挎一兜子。嗯，没人理，多少人跟他走一对脸不识茬。哦，我们师哥看着，从自己身上抓出一大把钱。哦，一块五毛的，好兜里我一大把零钱，哇，给塞兜子里去了。你瞧瞧，带出一张五十的。啊！别看了就。最最人，对，这不是人，最人啊。这个
人心善良啊，这叫善呐。义，这个年头能占个义字的不多。这怎么讲呢？唯独于钱，义气呀、啊，大公无私哦，为了别人很慷慨，是是，不计自己，没有就他一人，为了别人怎么都行。对，我家养一大狗，这么个，那天病了，哦，都急得跟什么似的，养了6年了，心疼，花钱不数。找大夫开了药回来喂不吃，你看你撬不开嘴，不张嘴，你谁弄的急给你瞪眼，哎呦怎么办呢啊，半夜3点给他打电话，这狗要坏，你们回来我来，我去了，演出刚回家，刚躺在屋要睡觉，哦哦，和别人起起来是腾着起，那我得去啊，往我这儿赶，来到这儿抓紧，这狗有救，你别着急啊，你先坐下喝口水，劝我沉沉气，我很感谢啊，这么晚这么老远的赶过来，是我这狗怎么着，行吗，找一棍儿空心儿管子啊，把那嘴撬开了，把药吹进去，哦，愣往里吹，愣吹吹进去，狗就活了，是是，赶紧吧，我弄不了啊，我都急死了，他来找一管，横着药撬好了，吹，狗站起来满地跑，好了，他坐那一脑子虚汗，累的，就是，我说怎么样，师哥，累够呛了，是，我没他吹得快。糟心点是吧，最近这狗下小狗了，大小狗给送一回去，我让你见一辈人是吧，不是，你感谢你啊，明白吗，谢谢我仁义礼礼，那最讲理，哦，讲理，哎呀，于礼礼于礼于于于讲理都知道，这字儿都有前有后怎么排着呢啊，很有礼貌啊，而且人心好，一上汽车，公共汽车往那一坐有一座，待会儿上一女的30来岁抱一孩子，怀抱的孩子啊，哦，这一车人没有让座，哟，没人管，就他站起来，来大姐坐这儿，人家坐着他站着，多好啊，礼貌，当然了他也有他的想法，怎么看看怎么给孩子喂奶，嗨，哎呦我这图什么呀，我知道吗，仁义礼智，智就是智慧，哦，就是聪慧，哦哦，明白人脑子得灵得快得聪明，就是他最聪明，最聪明啊，这儿散了回家，晚上打一车，坐车上自个儿琢磨，这智慧来了，哦，我要是不给他钱我就省了，这一般人谁想得到啊，谁这么想啊，你得说是不是啊，咱们想不到啊，咱们凡人是吧，你看人家不给钱能省，哦，就想到这儿，当然了这个有技巧，这什么技巧，一伸手掏皮刮刀里，哦啊，掏耳朵，刮刀掏耳朵，开车的啊，你打算要钱吗，哇啊，要钱吗，开车的说什么，我害怕啊，开车吓坏了，哎呦，掏出一把大菜刀来，啊，挂着胡子，你说呢，一点都不喊，我这智慧腾就反应出来了，400行吗，哇，见着吃生米的了，这是，仁义礼智信，信也占啊，还有一个字，人无诚信不立，诚信是万事的根基，对，信字最要紧，这话对，对不对，好些人不讲诚信啊，看了您他们应该惭愧，哎，应该学习，知道吗，哎，当初那些年谦儿哥也不老有钱的，没有钱，当初也没辙，也愿意买房买什么的，找一好朋友借50万，哟，这可不少，一般人不敢借，因为什么，怕不还，对，唯独借他敢借，哎，知道有诚信有信用，人家拍胸脯说你甭管，钱我拿走啊，到时候准还，哎，记住这张脸，看见了吗，啊，再见面还你钱，哦，再见面就还了的吗，拿50万走，拿出8万整了个容，这脸变模样了，原来好看着呢，你看现在弄这模样弄的跟包子似的，没听说过，仁义礼智信这次传了，我佩服你啊，您还佩服我呢，崇拜你啊，哦，你是我一偶像，真的，我太痛快了，我看你痛快了，看见你我就痛快了，走啊，咱俩走外边干嘛，走啊，你看糖糊什么呀，走啊，
走，什么意思啊？吃饭去。您别吓唬我行吗？哎呀，你也吓我一跳，我真怕你给我一嘴巴。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咱这不能这么说话行不行？咱们不能每天呢光站着说相声啊，适当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哦、该歇着得歇着，哎，得有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啊？对，上家去。上家你跟我走啊，吃饭啊，您请我吃饭。乐了啊，乐了啊，乐了啊，看见了吗？不，你沾这个门子就大着了，你知道吗？吃饭是好事，大家吃去。哦哦，哥俩谈谈心，好，好好聊会儿天。家里可没大菜啊，家里头咱们就家常便饭。哎，对对，就好，可口就成，就好就好。哎，不谈不到，你别挑眼啊，不挑眼，好不好？吃什么都成。弄点小凉菜，好，哥俩为聊天喝酒嘛，是不是？对对对，花生米喜欢吗？下酒啊，喝，嗯啊，花生米，你琢磨，哎，你琢磨，我都替你美得很。就一花生米也不至于，咱是炸呀，咱是煮啊，随意炒啊，嗯，咱是碾碎了拿勺蒯啊，没这么吃的吧？多少种吃法？那就行了，挑一种就得了。美食家呀，嗯啊，行吧，炸煮都成，炸花生好。多搁点油，哎，炸完了撒点盐，哎呀，可了不得了！不等过生日，别啊！行，听这意思，就过生日才吃这么一回，炸花生，好，炸花生，你带来吧。什么？您说？你背八十斤花生？我背八十斤花生，对。咱们吃完您在门口一卖，讨厌吧？我请他吃饭他小瞧我，我门口没有卖的。哎，对，有卖您就卖了是吗？不是，你带点来，带点来，你乐意带带，不带拉倒啊，无所谓的事，反正不在乎菜。对呀、啊、弄点小凉菜啊，拌一黄瓜丝怎么样？好啊啊，清口啊，喝黄瓜丝，哎，来点醋，来点味精，来点盐，嗯，好好，黄瓜丝，黄瓜丝，拌香菜，拌香菜爽口啊，香菜是药材呀、啊哦、啊，对对，学名叫盐碎，哎，碎吗？对对对对，拌香菜也好吃，还拌一青椒丝，哎，要不咱来个老虎菜怎么样？这不是一个菜吗？这不是啊，来四个菜，四个，这是四个菜吗？这个四个菜，拌黄瓜，拌香菜啊，青椒，拌老虎菜，哎，您搁在一盆里就完了，这都。哎呀，多弄点，多弄点，就一菜就完了，就这么定，就这么定。嗯，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儿，瓶儿，来点开水，搁点一晃，嗯，开盖，倍儿香。哎，对，那也不能广闻呢、啊，这个酒要少吃，是要多汁。哎，喝不喝酒都无所谓，来点啤的吧。哎，这这，你别看现在一早一晚凉快啊，还是没凉快臭。哎，这还是热。喝白酒烧心呢，哎，对对，来啤酒，冰镇的，喝娘的，对，哎呦，哥，好，好，不是请我吃饭，您这儿老过什么瘾呢？替你高兴啊，我这用得着吗？这个，好，好，咱来啤酒，啤酒可以，啤酒，嗯，咱来二十两，来一瓶啤酒。您这慢慢往下唠可不成啊，要记你喝稳了，记着你喝一瓶，一瓶吧，咱有那个喝白酒的杯子，咱来这个，好吧？拿喝白酒的杯子，咱倒啤酒，你不够兑水啊你？算了，您就这、啊，干脆给我们水喝不就完了吗？喝这关键吃饭，哎，对，看饭吧。你喝一肚子那玩意儿干嘛？是是就是，嗯，来点儿什么饭？来点好的猪食给你。猪食啊？什么什么？里边有麸子不掺？你吃啊？什么吃啊？那叫什么？主食。主食？主食？哎，这一期的发音我闹不清楚。您这折口本身就没弄清楚。是啊。还一期的呢。来点米饭穿丸子。哎，这这好，这好。好大米饭。要了命了。好大米饭哪有这么大呀？你看啊啊！正经天津小站，这好，小站到，哎，揭开锅一瞧，呵，怎么样？一层油亮，甭就饭，连盆都吃。我干嘛呀？我这么好，米饭啊，
你看咱们来点羊肉丸子汤怎么样？行行，饿了又饿了，又饿了，你看见吗？这好东西，你看这能搭着的，这好东西，羊丸子好，正经咱从羊身弄，这不是废话吗？来，肥瘦剁，啊，剁。做完了，葱末，嗯，姜末，好，花椒水，嘿，搁盐，嗯，搁点鸡精，嗯，点香油，磕俩鸡蛋，哎呀，拿盆一打，嗯啊，窜出来这么大个儿，哎呦，马粪怎么着？甭形容了，你这一口一个，玩命吃啊！怎么样？行，好不好？就这么吃，我替你痛快，我告诉你吧。行，明天中午，中午好，好，好，嗯、啊，咱们早晨，你，哎呦，你还不认识？明儿早晨吧，咱找一地儿吧，啊，找一地儿咱见面。早晨三点啊，嗯、啊，香山鬼见愁，我那儿等你啊。你呀、啊，你多带点钱啊，你别跟家里人说，听见吗？您要绑票啊？是怎么着？我那儿候着你去，我啊，这我指不定去不去啊？怎么了？吃饭都不去啊？吃饭有约这地方的吗？约这点儿？那地儿明了，一听你就知道了。这行了，行了，太早了也。那就剧场门口。哎，这地方剧场门口就这儿，好吗？可以，好、啊。哎，你吃上我了？你行啊，你不吃上我不容易是吗？好不好？哎。建设性的意见，没事儿，怎么着的？您说，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您探讨一下。没事没事，您说，这个羊肉丸子汤啊，哎，把汤都做洒了啊！羊肉丸子汤这不是个事儿，怎么不是事儿啊？汤泡饭水花花，当时估计你来几碗饱了啊。一会儿的功夫上趟厕所又完了，至于这么快吗？站在厕所你就得喊饿，不至于吧？是不是啊？啊，这不是个事儿。那不是事儿怎么办？要请客不能请人吃这个呀。哦，这不谈时候不成？是不是啊？嗯嗯嗯。啊，对，烤鸭吃吗？嘿，这好啊！哎呀，怎么了你？烤鸭你也吃？呵，您惦记请我，我可不就吃吗？吃吗？吃啊！正经全聚德的手艺，好啊！烤出来枣红色的，嘿，拿刀片完了，嗯，有皮儿有肉有油，哎呦，小薄饼一夹，搁点酱来点葱，嗯，卷上吃，太好吃了！对对对，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呵，这没起子吗？我好吃啊！我吃什么了？我就太好吃了！哎，好，可以。人家这鸭子不是外边买的那个？那当然了，人家自己有鸭场嘛，田鸭，哎，对，专用的那种，是外边见不着，定养的。哟，这怎么办？啊，外边见不着怎么办？找去，我给你偷去。偷去？我给你偷去？上哪儿？对，我们楼上有。楼上？我们楼上养鸽子的。对对对对对，偷鸽子去、啊？这工艺是一样的，按烤鸭那么做，烤鸽子去。嗯，我在家给你烤啊。我书房里有一炉子。您书房里有一炉子呀、啊？哎，这自台阶儿的，砌一炉子，正经烤鸭的炉子。哎呦，哎，一样。是啊，味儿一样。哦，比鸭子不次。烤鸽子，鸽子还稍微小一点，比鸭子是小多了。没事，肉不够，饼来凑。吃饼，家常饼，家常饼卷鸭子，你偷着乐去吧。哎，这饼弄完之后啊，又酥又脆哦，往这一搁，这么大张，呵，来俩鸽子，来捆葱，来点萝卜，来点黄酱啊，抹完了，卷好了哦，拿裤腰带捆上，嗯，抱着吃，咬一口咽不下去，拿火筷子往下捅。吃饭呢，我这玩命啊！啊，现往下捅啊！怎么样？这不怎么样？有这么吃的吗？这个？您再想主意吧，这不成。哎，道理啊！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您这建议都不老成熟的。出点什么了？啊！不是，您快想啊！不想，一会儿我给您拿纸去。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呀，这有一个，不是您
请客的怎么意思？请不请？你想啊啊！海鲜吃吗？哎呀，乐来乐了，又乐了，又乐了，不是乐啊！这起子大了，看见了吗？就爱吃海鲜，你爱吃？哎，对，我也爱吃。对的，哎、啊，海鲜，好，可以吃海鲜啊，决定。每天啊，拿快递给我寄海鲜。快递，嗯，是吧？鲜呀、啊，是吧？好，龙虾怎么样？爱吃啊！你看，啊，我也爱吃，不吃小的。对，那个马小没法吃，那也不叫海鲜的了。够啊！咱俩外边吃马小，怎么不得要四个？是吧？谁吃啊？这四个？救饼吗？喂救饼吗？那行，甭提这马小了就，就大龙虾。哎，这么大个，成个的，这么大吧？啊，这么大。嗯。家常做法吗？家常做法也不能这么做呀。那杵碎了做虾酱抹馒头吃。这好东西都这么糟践了，这个好。哎，龙虾鲍鱼吃吗？吃啊，吃鲍鱼更好了，那东西。哎呀嗯，哎呀，您要是不行咱就不吃了，您当然您再死在这儿，我替你美的慌，甭替我美。哎呀，鲍鱼最讲的是那汁儿，哎，这爆汁儿那汤最好。对，先吊汤，哎，吊汤起干汁汁儿，嗯，吊汤，对，汤差不多了，咕噜咕噜，嗯，来下炸豆，我手啊捞出来剁好了，搁碗里，来勺蒜，嗯，你要是不要火了，光要鲍鱼，这叫菜底儿。您按卤煮火上那么吃鲍鱼啊？哎。行，我说啊，您回来吧，我都痛快死了，我都，您痛快死了，我都让您昨天死了，这个太好了，有这么吃鲍鱼的吗？这你看另类啊，咱这是吃这算行为艺术，你知道吗？什么行为艺术？您拉动这个去，你知道？哎呦，我这糟心劲儿了，嗯，还有皮皮虾呢，好，做馅儿吧，哎，烙盒子，馅儿盒子。哎，皮皮虾老盒子，哎，这你没吃过啊？我当时没吃过。我说您站稳得了成不成啊？好，什么呀？您这就晃悠啊？皮皮虾馅的盒子啊、哦？谁吃过？他们净弄点韭菜糊弄，对，搁俩鸡蛋过年了。哦，咱们皮皮虾馅的，好，这么大个皮皮虾，都有王字，个个有籽，啊，全带籽。好，嘿，不剥皮。一个盒子里边仨吃去吧，我受得了受不了这么吃啊？痛痛快快的啊！这嗓子全扎坏了吗？这不是？还有胶带，这、啊、都糊嗓子上，行不行？怎么样？您是请客呢吗？这你看，不能这么吃啊！不能这么吃，不能这么吃啊！啊，对了，你想吃我也不能这么做呀。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卤煮鲍鱼，你说搁蒜不搁蒜？你不搁蒜不好吃，嗯，搁蒜像你们这演员上嗓子，很容易出事故。你这么大艺术家，你很有声誉的一个演员，哦、吃点蒜，你不声誉了，是不是？没听说过啊，是不是？不能这么解释，是不是？不能这么解释，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这里头谁让你搁蒜了？这免了，告诉我们唐沽人别记了，不要了啊，不要了，不要了啊。吃什么？川菜怎么样？哎，不是您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啊！高兴，川菜就川菜，可以。我很兴奋，我啊，兴奋啊！川菜好，香辣蟹爱吃吗？爱吃啊！哎呦，香辣蟹啊！香辣蟹，不是你吃着了吗？你就抹嘴，抹完了等着吧。香辣蟹可以，关键是调料。你要在北京买花椒买辣椒啊，不灵，不正宗，不是那东西。对，非得要四川的。哎，咱们行啊，当地的。哎，我有朋友那边，我认识一成都的成都啊，成都那地儿叫成都，成都对成都啊，成都对，因为
会儿又弄一碗卤煮来，成都的。成都，我认识一个成都的小那个小姑娘，小姑娘，差点说秃噜了，你还吃不吃了？你还请不请啊？你吃饭，你管我作风好不好干嘛？谁问你这个了？谁问你这个了？我记得调料，花椒、麻椒、辣椒，连味精都是当地出的，知道吗？想吃香辣蟹，这锅调料30来斤，那还有蟹吗？里头废话，30来斤左右都得拿它弄出味儿来，你知道吗？嗯，知道吗？这儿调好了，赶紧去买蟹去。哦，知道吗？海蟹不行啊，不能吃海蟹，青蟹、海蟹没有做香辣蟹的。对，河蟹也不行啊，不行，第一个小，哎，过开了，黄子撒了。是，吃什么蟹呢？您想一想，寄居蟹。这，哎，这筋道对着，还能吃田螺啊。往近的不行，这没肉啊，这里头这寄居蟹才这么大个儿，你就饼一管那个嘛，你还是吃饼吗？这不是是不是啊？是什么呀？是这个就喝酒拿来罐浆的，这调味儿，知道吗？拿饼就浆吃啊，是吧？您甭说我了，暖胃是吗？我上您那儿暖胃去了，我炒的呀，还有炒菜呢，还有炒菜，炒菜可以。不是您干嘛这么解着恨的？怎么了您这是？我通呗，我解恨。啊，炒菜，炒一炒。我会啊，我会炒菜啊，川菜。川菜我可会。好，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啊，我学过这个，我了解。哦，而且川菜来说啊，它跟全国的菜有一特点。嗯，烤厨子，什么菜最基本做什么？大鱼大肉不叫能耐。哎，白菜土豆炒好了那是能耐。是川菜最基本的菜。嗯，鱼香肉丝。对吗？您别往里吞了行吗？什么这都上来了。鱼香肉丝啊，好。哎呀，鱼香肉丝，不是您是请客，您是过瘾呢、啊、跟这儿真请您就说的鱼广烙的鱼香肉丝，这儿咱不吃别的了。鱼香肉丝，鱼香，我得意这个，我喜欢这个，有那个、嗯、鱼香肉丝。好我给你炒一个。行，吃一个菜能吃出川菜的特点，就这一个鱼香肉丝啊。先来这个啊，切点青椒丝。好，拿出提味啊。啊，这是佐料，不能多不能少。嗯，来点胡萝卜丝，翘头胡萝卜最好了。嗯，人参呢，这就小人参，对身体好啊。对，多吃青菜少吃肉。哎，肉吃多对身体不好。是，别搁肉丝。是吗？不搁肉了。青椒丝啊，也别炒了，油大对身体都不好。哎，搁油了啊。苦菜吧，对，这都不搁，可不是还是一块老苦菜吗？这个川菜，老苦菜是川菜啊，川菜。吃完我这川菜，你窜去吧。哎，对，也就剩这个了，你窜去吧。嗯嗯，痛痛快快的啊！行，老辣，给辣，给辣。这喝酒的，喝酒完事儿，来碗面。哦，改吃面了。哎，北京人讲究吃面。对，炸酱面怎么样？好啊。行吗？好，炸酱面，北京好黄酱，哎，卸好了香菇，嗯，拿香菇水卸这个，哦，把香菇切碎了，这么炸酱，肉末、鸡蛋、生葱末炸，炸完肉喷鼻儿香，嘿嘿，这面咱们抻啊，自个儿抻，哦，抻条面，一根一根就开了，了不得了，煮完捞出来，嗯，搁菜码，嗯，搁两瓣蒜，哎，配好了酱，哎，啪啪啪一拌就得了，嗯，端到厨房给您一过水啊。上讲究，讲究不能后过水，这个对讲究的没听说过，拌好了过水去，那昨天不是都糟在这儿了吗？这你艺术家呀，你什么艺术家呀？这是这吃的多热闹啊！什么热闹都冲没了，这个汤面的效果。啊、行了，先过水啊，行，你随便，随便，这是一种吃法，知道吗？炸酱面，再来点泰国面。泰国面没吃过吧？没有，完了，这不懂，你死去吧！哎。我不至于啊，泰国面都没吃过，说实在的，怎么做呀？多余活这么些年，那怎么意思？这下功夫哦，泰国面讲究酸辣口，哎，那是那儿的特色。哎，它天气跟这有关系，对，又酸又辣，泰国菜好吃。怎么泰国面？
泰国面，把面和得了，硬一点，泰国面吃硬，硬一点。哦，有特制的泰国刀，嗯，把它制成柳叶状。嗯，煮完肉搁在碗里，嗯，知道吗？辣椒啊，什么醋啊，哦，蒜呢？泰国蒜都搁里边，泰国蒜。端着碗面给你，嗯，还有一句正经的泰国话问你，怎么说呀？你谁叫小黑色的吗？嗨，您说这不是刀削面吗？这是。一口都出来了，正经泰国方言，这是太原方言，泰国方言呢还多可恨，你看你多可恨啊，山西的，这是搅和半天啊，搅和半天啊，搅和半天弄一碗刀削面呢，你能吃饭搅和，你看你啊，谁搅和呀，太不像话，你不像话，我不像话，知道吗？你请不请啊，说半天没人话，你看说这么些菜啊，啊，你不馋死我，你气死我是不是吗？气死我吗？您那想准了再说吧，啊，吃假吃，真吃，外边吃去，外边吃去，外边吃，可以啊，饭店，好，我带你上饭店吃去，上哪儿您呢？大饭店，再说一遍，大饭店，大饭店，对啊，啊，饭，对，说按饭，刚才读的挺准啊，您别让拼音给带沟里去。饭店，大饭店，哎，当然这泰国去多了，所有都不好弄，你知道吗？甭提这泰国了，您就北京饭店，好好好，怎么样？行啊，北京，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好，南北全席满汉榨菜，榨菜呀、啊，是的，口重，什么口重啊？齁死你妈了！那全是咸菜，那是口重，大菜，满汉大菜，满汉大菜，对，当初啊，啊，想当初。嗯，在想当初，还有一事儿呢，是吗？没有，我以为都背完了呢。刚才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你说什么意思？这我不老懂的这个。想当初怎么的？想当初我请你的父亲吃过一回。哦，我爸爸。你来。你说我说这干嘛呢？你们俩吃过一回哦。老爷子居中而坐，嗯，摆好了四个桌子，都是菜，端着杯酒，嗯，老爷子敞开了吃了，哦，吃一痛啊，受罪了您啊，您都受罪了。受罪。今儿一个是给您接风洗尘啊，一个是替我爸爸道歉啊。怎么了？他当初不该报警的啊。啊？给我爸逮起来了？放出来了，这是放出来了。什么是放出来了？给你爸爸吃，这高兴。吃什么了？呵，南北全席满汉大菜呀、啊！得了，您、也甭跟我这吹了，嗯，您就说上几样菜来啊，我听听。不相信是吗？干嘛不相信？完全不信。吃这个饭可有讲究。什么讲究？要先上几个压桌碟儿。哦，四干四鲜四米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这是什么？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榨子糖杏仁儿。嗯，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嗯，四米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血粉白斩鸡扎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葵花宝饭。嗯，四点心芙蓉糕朗糕油炸盒子拿元宵。好，这都是压桌碟儿、嗯。爱吃吃，不爱吃撤下去，给我打包搁在这儿。还带打包的呢，还没吃呢就打包、啊、紧跟着上南北全席满汉大菜。什么菜呀、啊、蒸羊羔。哦，蒸熊掌。嗯嗯，蒸鹿眼儿。好，烧花鸭，烧雏鸡，烧死鹅。嗯，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嗯，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酿鸭子，罐儿鸡脖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帕氏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鲢鱼，清蒸甲鱼，发烧鲤鱼，发烤鱼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锦套肠，麻酥卤卷，卤煮盘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溜三鲜，烩白鹅，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金鹅，炒鲤鱼，炝鲈鱼，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煮白菜，炸菜炒田鸡，烩活翅的，清蒸翅的，清蒸煎熬肉，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土丝，十锦豆腐，十锦丁儿，花鸭糟，茄糟鱼，糟溜鱼片，溜鲜肉，炒鲜肉，蒸南瓜，蒸包括炒丝肉，蒸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烩椒白，茄干，菜头肉，鸭羹，蟹肉羹的三鲜不许烫。好，红丸子，嗯，白丸子，还有六丸子，八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蒸煎丸子，豆腐丸子，鲜煎丸子，焗丸子，汤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乌肉，扣肉，乌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牛肉，白肉的，水晶肉的，碧肉的，酱豆腐肉的，黑羊。
感谢大家的捧场。哎，您鼓励啊，来了这么多人看我们的一后台上胡说胡唱。我们连老带少其实都是相声界的小学生，是我们离人大师啊艺术家呀、啊、还很遥远，不够。为什么今天选择做这个基本功的专场呢？嗯，我们觉得相声啊要想好，要想再不繁荣，还要脚踏实地，要扎起多起。对，我们要把这些传统节目一一的恢复出来。哎，为了相声事业，嗯，我们还得下功夫。对，当然了，嗯，主要还得靠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北京相声大会、北京德云社到不了今天。对，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的演员，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你们各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种艺术。有人说这胡说八道，怎么？但是呢，我们有解释。怎么解释？京剧难啊，它有四功五法。哦，有老师看着你，有章法，有尺，照着规矩走，错不了。哦，有度，不成功是你没用功。哦，你说唱京韵大鼓，一板三眼，拍着唱去了，拍到死，你也错不了。你说唱西河啊，演上张嘴落到板上，哎，翻着来唱什么都有规矩。嗯，你说舞蹈也好，你说体育也好，只要你达到这个训练强度，按照规矩来错不了。对，唯独相声。哦，为什么相声没有派就在这儿？嗯，京剧可以有马连良马派，对，它可以批量生产，100人学马连良。哦，啊，一模一样，观众能接受。马派越像越好。对，当然了，超越马先生在发展那是您个人的问题。嗯，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艺术追求和修养呢，能达到神似和那个舞台上能像马先生，观众就已经很知足了。对对对，相声不一样。想当初天津有一个演员学马三立先生，哦，一模一样，那么像他的录音跟马三爷的录音搁在一块儿，能叠着放，你听得出是俩人的。这下功夫了，模样长得也像，哦，个儿也高也瘦，台上动作小节骨眼没有一样的劲儿，哦，可是观众就不乐。对，很深。嗯，这里有心理学的东西。哦，啊，台上一站，台下都有观众，让您乐您乐，让您鼓掌您鼓掌了，就心理学的东西。而且每个演员不一样，模样长得都不一样。嗯，我说的这个包袱这个笑料，您听着可笑。对，跟换别人未必可乐，两个风格。别人说的可乐，换到我这儿也不可乐。哎，偶尔一个动作，我这么比划，您看着好玩。嗯，换他也许不好玩。对，就这东西很神奇，难就难在哪儿呢？无章。没章法，他没有规矩。嗯嗯，正因为这个，他很难。哦，多一个字观众都不乐，少了一个字观众也不乐。嗯，为什么中国的相声不好听？很简单，演员95%都是外行改过来的。上班了，这是从解放后啊。哦，解放前老先生们那都是在师傅家学徒受苦，7、8年娃娃腿儿，然后跟着一块儿上地上剧场去演出啊。为什么现在相声不好听呢？给您举一个例子就听明白了。怎么说？比如说北京京剧院，400多演员，多次的那个他也是戏校出来的，从7、8岁教科班，后来出了一批有好的有不好的。嗯，不管多次他都是专业训练出来的，受过训练。跑龙套那个也是8年，也学了8年。如果说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突然间是一个空架子，现在开始招人，招一批，招40个瓦匠啊，5个修脚的，6个厨子，房管站来7个啊，来这么一批27、8岁的30多岁的，哦，把他们搁到京剧院去演戏。嗯，所有人都会说这戏没法看。那是没法看，这帮人没学过。哎，大伙都这么认为，唯独相声大伙都忽略了这一点。从解放开始到现在，我们很多艺术家、很多演员、很多相声的笑星们，95%，25岁之前都是干别的行业，是300，月挣400，啊，不挣钱。哎，这块偶然的机会，俩人能说这普通话，就算相声演员，他没有受过基本功训练，普通话不会，你知道吗？是吗？而且好多艺术家现如今他都红成那样了，他没学会就红了，你让他再回头学，他不认头，是吧？而且相声来说呢，好混，你会2段你就买车，是吗？
会三段就能买房。为什么呀？全国太大了，中国地大物博呀。我到山西某县去演出，最后一段能说五分钟，演完了拿三万我就走了。我可以今生今世不来这个地方。中国这么大，混到死我都演不过来。是啊。这么混，这是么混，大批演员都这么混，谁会去下这个功夫？下功夫啊，从八岁开始下功夫，下到二十岁，一个正经的相声演员红什么时候？四十岁开始红，这是正常的，这是规律，这是规律，非得这个才算。但你不遵守规律，不按常规出牌。另外还有人说，说现如今呢，这个电视毁了相声，不能这么说，大部分笑星都是靠着电视红起来的，应该念电视好，若没有电视，好多偏远地区不知道相声为何物。对，谁知你这干嘛的？是不是？是，你往前倒倒那些年，想当初的演员，哎，还穿制服的时候呢。你要没听过相声呢啊，俩北朝鲜政府官员站那儿啊。念电视的好处，但是电视它终归是跟相声有区别的这么一种媒体。我们一段相声四十分钟，那么长，我们俩说过一小时一段也说过。对，传统相声每段都是三四十分钟，都大。可是哪家电视台能拿出五十分钟让你说一段相声？不可能。对，我们大批的导演也是啊，这个节目你给你啊，四分三十七秒说一相声啊，一分二十八秒你要让观众笑一下。哦，违背艺术规律，相声演员就应该告诉他，您这是胡说。哎，但是不敢，没这规矩。大批人，你要敢说这个，您这胡说，导演马上就告诉你，你不要再来了。有的是后盯着的啊，把这轱辘下去又来几个，这行我能做到，我就。这就改正了。导演不懂，演员也不懂，对着糊弄，恶性循环。许多演员拿大赛就当成是一个广告，我说的好坏这一边，这十分钟是我的，全国人民要看，得自己说点了，没法弄。还养了一批像大腕像明星，一个个还铁着大腿的，挺对不起观众。说实在的，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一点都不假。对，当然我们也没名没腕，我们也比不了人家。不过我们也觉得他们有的人做法不好。好，你铁着大腿，观众去照个相，没工夫。有钱了，费这么些年劲，坑蒙拐骗成的角儿了，好容易成腕了，有这么机会，你装什么孙子是吧？你就开单子，我能挨个告诉你这些演员原来都是干什么的啊？条件住的、烙烧饼的、卖这个卖那个，那没有一个是说相声的。接老底儿战斗队啊？不是，我爱相声，我怕他完了。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相声就他娘彻底的完了。是，没有明白人了，没有明白人了。所以说，我弄这摊儿不同人不出力。哎，这到今年开始，我们为了把相声弄回剧场，是第八年了吧？你看看，第八年，很长时间，干了很多年了。在中国，第一个把相声带回剧场是我们。哎，这是九五年、九六年的事情。这几年风风雨雨，各种坎坷，无计其数，够一四十集电视剧的。是啊，很可笑。有机会咱们可以聊聊这个。哦，当然了，说到根儿一句话呢，演员第一，后台来说想搞剧场相声，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作品。对，传统相声一千多段，现如今的演员弄的还剩100多段，100多段肯定说不了的。搁在台上没有几个人让观众听的。哦，这本身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对，有的演员呢，一说传统相声，哎，不能说，陈旧、腐朽，你要弄新的，冤家，你错了。是啊，你无论多新的相声，你拿出来，我也能告诉你，你里边这个包袱是哪段传统相声里边偷出来的，都有框架。中国的语言呢，被老先生挖掘进了。清朝末年开始，许多老前辈把相声中国语言里边值得搞笑、值得幽默的形式和技巧都提炼出来，就这些方法都搁在这儿。你弄什么相声，你要先会有些技巧，你不能说抛弃这些，我拿苏联话我弄一相声是吧？对相声创新，但是最起码你要先学会它再说创新。好比说厨子，如果说这一辈子就会鱼香肉丝，这不行，你得创新，各种菜都得有。对，理解。创新之前你要知道什么叫菜刀，什么叫炒房。你端一夜壶，你非跟他说创新，扯淡。实话实说，哎，知道吗？一个大批的明星，知难而退，知难而绕，哎，这是一个很无奈而且很无耻的行为。相声来说，
的太多了，是十几样太平歌词，现在都没有了。旧社会啊，后台我问过刘文步刘先生，确实这样，说学逗唱，唱太平歌词，哦，不会太平歌词，跟人说话都觉得亏心，是吗？人家挣一百，你挣七十五，少一门功课，少一门功课，那阵演员都知道要脸，为什么呀？你少一门功课，少挣钱，家里人要挨饿呀，哦，哎，一解放都有工资了呗，当然就。这就不学了，不用学了。太平歌词其实很好听。对，为什么现如今没有人唱呢？既好听也难唱，不好唱。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就这两句，两句里边把它唱好了，就难了。哦，啊，大哥，有这么一段叫单刀赴会，好吧，三国段，挺好听啊，好听吧？好听，好多曲种现如今也听不到了。哎，其实说句良心话，传统曲艺、传统戏曲，哦，应该好好的走动脑子了。哦，旧社会这一趟街十家都是剧场，家家吃饭，家家开戏，一天三场。哦，你看也没人给他开工资，都有钱，家家都活着，对吗？嗯，唱戏也是，梅兰芳、马连良这个京剧班，哦，太多了，是家家都能开戏。现如今拿着工资倒唱不了戏了。这是个事儿啊，应该好好琢磨琢磨这问题。是是，好多京剧多好，好多这个老戏，现如今也净听不到。一天到晚的，除了女曲界就女曲界，怎么净曲界？我们那老师，是啊，净曲界，一万多出戏就不能换点别的吗？观众看不腻，你自个儿还唱什么呀？是不是？就是这样，好多曲种也没有了。哦，门口有一小孩啊，大学生，我说你上那儿去看看。京剧我不懂，不懂，真不去，我听不懂。哦，多可恨！这孩子学习还不错啊，会好几国外国话。啊，当特务好材料啊！有当特务的吗？啊，英语、法国话、德国话、日语话、韩国话、南斯拉夫、斯拉夫、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哪儿那么些斯拉夫啊？你哪儿外国话都会？跟八国联军坐一块儿对着骂街，他输不了，你知道吗？嚯！太好了，这个。听不懂，法律要不管我早打死了，我告诉你，甭解恨了，这就好多事情很悲哀，啊，泱泱大国五千年文化，现如今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都得写成纸贴在墙上叫大伙儿说，哎，这悲哀呀，这是，真是不是？真是这样啊！听郭德纲的相声都有这么一个，你瞧还总结规律呢，没有可怕的，我也不怕得罪人，胆儿大，我只是为了相声高兴。是茶馆有句话，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搁在我这儿一样，我爱相声，我怕他完了。我爱他，他妈谁爱我呀？哎呀，这也是原词儿，是不是？谁告诉原词儿？我必
不光是这个曲艺，其实戏剧现在也挺难的。嗯，我挺喜欢地方戏，我学过。哦，学过戏，梆子呀、评戏呀，我都唱了。现如今好多戏，我说让他老不爱看。哦，那评戏改的还不如歌剧好听呢啊！是，我们这伟大的北京曲剧，嗯啊，现在可以叫它有猜谜语的这个功效，你听。怎么也听不出来是曲剧啊？啊，这不四不像了吗？就说是呢，啊，不能单纯的追求这种东西。哦，改可以，变可以，但不能断了它的脉络。有本断了就死了。您评剧也是，啊，评剧过去多少好剧目，现在没有没有了，是吗？甚至有也是改头换面，加几段歌，这加一舞蹈。哎呦，啊，玉堂春以后来一万跳舞了，算哪道这是？那王二姐斯夫回边戏的戏多好，嗯，老年间这戏难看，回杯比盘开练，对，这都吃功夫。为什么呢？你甭说别人，后边小声有大段唱，就这大段唱，嘴不利索唱下来，哎，啊，好，我不会。说到这儿了，您不会。回杯戏花钱香火去，有这么一段，对，现在改编本没有了，弄六句打发了，早前108句，哦，你看你啊。这得了，说到这儿了，我不全记着，我忘了107句。您比他们还少，合着有这么几句，唱一段吧。唱腔啊，嗯，没有乐队，拿板壳着。哦，哎，无场还是，嗯，一病三月无有灵，殿前饭浅船呐。人可是不少啊，今儿多，我知道大
伙的心愿啊，来听相声来的。哎，喜欢相声是不是啊？对，尤其是爱看这位老师。我呀，我跟你们大伙儿一样，是吗？我也是特别喜欢他。哎呦，特别特别的喜欢他。谢谢您，谢谢。打心里来说，在我的心中，这位老师的分量很重，真的。日后我要是有了儿子，嗯，我一定让他叫您这名字。我喜欢你们这演员呐。您是喜欢您儿子，不是喜欢你们这演员。我既喜欢我儿子，我也喜欢你。没听说过，您儿子叫我这名不像话。就说这意思，我喜欢相声啊，喜欢相声是多好的艺术形式啊！抨击丑恶，哎，藿香正气，哎。对，这月份正听相声，这个行子我坐下了，我这什么词儿？他们这行子，你喜欢相声就完了。我认识你，我很高兴，是吗？我真的很高兴。可能您对我也不是很熟悉，您怎么称呼？我姓甘，哪个甘呢？上甘岭的甘。哦，姓甘。怎么称呼呢？哎，也没个大名。哦，家里哥们兄弟多，我最小。哦，都管我叫老。啊，哎，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哦，您台谱？单字一个谦，这么说是于谦甘老。别乐了，他们可不是外人。对。亲了吗？都太好了，有叫这名字的吗？我见着你，我痛快吧。您是哪儿啊？高兴，我真高兴。我跟您说，您是谁？怎么回事？我找你来了。我为找你，我费了劲了。我怎么？我可是北京城溜溜转了有两三天，我都转了，哦，都转了。什么这个团河啊，什么秦城监狱啊，行监狱啊，我都去了。您上那儿是找不着我啊？没有，他们说没有，怎么没有嘛？这后来说啊，说跟这儿呢，哎，马不停蹄到这儿来了，瞧见你我痛快呀，跟我走吧，啊，上我们那儿去吧，上您那儿，跟我走，干嘛去啊？你瞧，您我不知您演员有没有忌讳啊？您说没关系，没事没事，我外行，没关系没关系，说错了您可别怪我，您尽管说尽管，我不懂啊，是演员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地儿演，别人不能去？没有这规矩，可以出去是吗？我们经常出去，你救了我了，你救了我了。您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就跟这一个台这演，我没办法。不，你要是能出台，太好了，救了我了啊！太好了，不能出台啊，不能出台。你们刚还说能出吗？能出去演出去。对呀、啊，出去离开这个台吗？出去上别的台？就不叫出台，就叫演出，是不是吧？旅行演出。您帮个忙，什么事？我求您。怎么回事？您一定得去啊！您一定得去啊！上您那儿演出吗？上我们那儿演出去啊！哦，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别客气，别客气。这个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您说一说。自我介绍啊，我也很少在咱们大陆这边待着。哦，您不是咱们大陆人？对对对对，我一直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工作。哦，那华侨啊，啊跟着我们老总一起啊，啊小职员。您别客气，别客气。小职员、啊，老爷子呢？这个年轻的时候是北京长大。老根在哎，就住南城，是吗？就这门口，14岁那年呢，跟他父亲呢就到南洋去谋生，哦，做生意出去啊。今年整整85岁，高寿啊，85，哦，生意做得很好，是是是，啊、8000多亩的橡胶林，哎呦，船队24个船队，哎，10几家的银行，挣钱了，生意做得很大，大生意，跨国的公司，哦，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嗯，水流千遭归大海啊，嗯，叶落要归根，得回来，一直念叨，嗯，我得回去看看去，我得回北京，想了，我上家里转转去，我要吃北京的小吃，哎呦，我要听相声，我听大鼓，我喝豆汁儿，你瞧，吃烤鸭，嗯，说的人心都不好受啊，是，正好今天有时间啊，弄老爷子就到北京来了，哦，回来了，都赚了，哦，都赚了，好好好，49成都赚了，嗯，那天这不是吃烤鸭去吗？哦，得意这口，喜欢吃，呵，就好吃烤鸭，好啊，我给他卷一卷一卷的吃，伺候着。我过来说岁数是大的，哦，人老你筋骨没能，嗯，不像咱们能多吃，对对对，那个岁数吃不了多少，饭量小了，吃了4000卷之后啊，哇，他觉着稍微的有点不舒服，那撑着了那是。
这不就弄回去了吗？啊，弄回去抢救，很遗憾啊，就没救过来。啊，85岁给撑死了，死了，不能提这个。这个，哎，别难过，别难过。打小也是跟老爷子一块长起来的，啊，对我是真好啊，喜欢您，没想到死在这儿。哦。赶紧吧，怎么回事？嗯，给四位姑奶奶打电话。哦，来料理这后事儿。哦，张罗着办白事了，发送老爷子。这应该，老爷子也说了，啊，死了之后在北京火化，骨灰呢就撒在北京大地上。哎呀，撒在哪儿都行。嗯，要求魂归故里。好，哎，好好办这事儿。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确实。这心里别难过，是滋，不能提这事儿。今日也是哭的眼泪都哭干了。啊。这找四位姑奶奶赶紧办，姑奶奶啊，你办这白事，老爷子留这么些财产，留这么些钱，是吧？哟啊，赶紧嘿啊，这好啊啊，四位姑奶奶找过来啊，哎，把这白事一办，啊，老爷子钱一分，四位姑奶奶也挣钱了。不是，李先生，这您没闹清楚，这四位姑奶奶每位都比老爷子还趁钱啊，很有钱，说分这笔钱不落着。那天跟我说了，无论如何把这钱全花了，都花了他发送老爷子解心疼。哎呦，那多少钱呢？这是花钱如流水一样。哦，知道吗？你就算吧，那些日子抢救老爷子，啊啊，花了2亿美金，就抢救啊。但中医、西医、偏方，北京各大医院都看到了，全用上。光买揣子花了8000万。等会儿吧，等会儿，不行。金边儿等着了，这不行，买揣子干什么呀？他吃那卷儿太多了，拿揣子往外揣，知道吗？拿老爷子当马桶了，这个电动纯金小揣子，知道吗？受不了，花钱无数啊！你甭说这个，哎，我们最近家里就是这些日子帮忙招了好些个临时帮忙的工人啊，有一个李妈啊，李妈，李妈去3天啊，实际就是端那个水。擦擦地去3天，多少钱啊？给了7000美金。干3天就给7000美金？啊，你问李妈去。对啊，李妈是谁呀？啊？哎，你们说相声的李菁他妈。对，李菁他妈去了啊？嘿，我说这2天李菁花钱大手大脚了呢。你看看，嘿，这徐妈拿的更多呀。这徐妈给14000。徐妈是徐德亮他妈。这对，您说对了啊，对吗？没错没错，这跑不了。今儿早上请我吃的早点，你看看，哎，你看看，从来没请过这事儿。你这要不说是好，就这么花这钱，花不干净。是啊，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天天的我在家里还得劝这四位奶奶。哎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啊，这四位奶奶 啊，要说不在一块儿，想。那是姐姐啊，你过来吧，妹子，你来咱们聊天吧，亲姐们。想，嗯，要真坐在一块儿啊，啊，3句话就打起来了。哦，还不和，都是急脾气。哎呀，3句话、5句话，这就呛不起来了。啊，走，谁接见谁？这样走3天又想，唯独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坐在一块儿不着急。什么方法？听相声。哦，都喜欢我们这相声，邪了门了。哦，别的不好啊，啊，就说相声。嘿，哎，往这儿一坐，找几个说相声来，往这儿一站，嗯，还没说话呢，看着就乐。哦，这人太可乐了，这个，这人怎么长成这样的啊？啊，给拿10000块钱，拿10000块钱，没说的就拿10000块，10000块钱，谁说相声不景气来的？要不说呢？挣钱，您说这相声来一万二，你看他听不了一段反正话啊，花个1亿美金跟玩似的。嚯啊，他就好听相声，这不就给钱呢吗？这也不是谁串闲话啊，说北京有一说相声特别好的叫于谦。哦，提我了，要了亲命了啊！四位奶奶不睡觉了，跟我急了，怎么回事？找于谦去。好，找我，这么些个钱搁这都烂着啊，找于谦去。哦，北京说相声我们都听过了，啊，就没听过于谦。嚯，把于谦弄来啊！我们弄于谦，哎，知道吗？啊，花钱吧，是不是？这四位奶奶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说的，就这么说的。啊，钱都搁屋堆着，就等你。你一进门，你发财了。那我
我去可能挣钱。咱说两句话啊，我可是拉吧你。谢谢您，哎，谢谢您。到哪儿你不能忘了我，这多新鲜，行不行？这事儿有功夫没功夫啊？有功夫吗？行，你准确啊，我们能出去。不，咱说好了，可以可以，你可别冤了我。我说好到那儿去，奶奶们等着，你不去不能够。我算是完了啊，我们这有义德。那行，要您了就得去。好，哎，罢了罢了，这事儿就定死了，定死了。您准确，没错。行，演什么都无所谓。是啊，行，哎。咱有的话得说到前边啊，啊，这个我们那儿办白事这次搞得挺大事，国内国外来了不少吊孝的人，啊，屋里院外一个个穿的都跟白人似的，你要这样去，不尊敬老爷子。哟，那我怎么办？实话实说啊，您应个景儿，干嘛？无多有少，你得带点白呀。你哪怕说就扎一根带子呢，挂点孝，哎，人家哎，这是这意思啊。姑奶奶一瞧，嚯，这说相声于谦懂事啊，给拿三个亿，拿三个亿。不是挂根带子就拿三个亿，就说这意思。你愿意不愿意吧？这玩意儿不是不愿意、啊。您说不是我就是说，您看我这现在啊，父母双全，我岁数也不大啊，我挂根孝，您这好说不好听，您知道吗？这个孝这东西不能弄是吧？这挂白不好看，不好看不要紧的啊，咱们在钱上着不呀？还给什么钱？钱上着不呀？啊，不对，这扎不扎不扎扎不扎？要扎呢？你要扎的话。美金啊，你先拿一万，一万美金行不行？行，补偿您了是不是？行，是不是？这扎扎点没关系，袋子要扎了啊，这袍子你也穿上点吧，小袍子啊，这显着那么干净。那光显干净不成啊？怎么呢？我们这后台同行同业一说，于谦，这就父母双全给人穿孝去了。你别让我问住了，别让我问住了。您说啊，京剧红泥关啊，上场出一小花脸啊，从头上到脚下都穿得跟白人似的，人这怎么人不活着了？您说那我知道啊，人那戏啊，逢场作戏。嗯，再者说了，人后台穿一身孝还给彩钱呢。嗨，穿不穿吧？要穿呢，拿两条走。黄瓜，两条。一瞧就没见过什么金子。哎，你看我这表情，金子。您咬牙也没用，金子给两条。金子，三两一条，半斤一条。这么沉，要不要？也穿就拿走，不穿拉倒。啊，这穿啊。穿行吗？对，活不就得了吗？笑痛快啊，痛快人！哎，这是你干这行的，脑子得快，逢场作戏玩儿啊，想不开了，图的挣钱呢，就是是不是？没错，袍子要是穿了啊，这帽子你也戴上点儿。我还再戴一白帽子，你万一跟这院里忙活忙活，拿风一搜脑袋，脑子疼怎么弄？不是，咱可说好了啊，刚才那两条可是衣裳钱。哦，戴不戴吧？带，再加两条，这就四条，前后四条，行了，来个帽子，来这没关系，带四个绒球，带。我先算算吧，挑大号的，一个绒球是孙子，俩绒球是低了嘴，仨绒球耷了嘴，四个，我成孙墨子了吧？啊，我没辈儿了，我这个带这显得肉头，你知道吗？管什么呀？多愣得慌！我逮谁得叫谁好听的了？那个前后四条你拿着了，给钱是吧？我心你管那个？定好了啊，四条，说好了，行，四条这，哎，帽子要戴了啊，这鞋呀、啊，你绷上点白布吧，鞋也绷上，显得亲近呢，啊，好不好？绷上白的，要不然头齐脚不齐呀、啊。哎呦呵，甭废话啊，再加两条。加两条，两条，两条半，这前后啊，两条半，两条半，听着玩吧。这好好，您有钱那就没问题，行吗？可以，再绷个红后跟。我，您这越来越习，我还近人呢，是吧？亲近人呢，亲近人呢，什么亲近人？这多大？前后六条，七条，半条。
超干嘛？行行行，听您的，先好七个七条，干不干？干，定死了。行了，好了，实话实说啊。好，半斤一条，七条黄金。好，你这你这一半意思你高悟了呀？行行行，还说什么相声？来，老师，干吧。行，那个甘先生啊，这回啊，等于您照顾我。干嘛？等这个我办完这堂事啊，这个钱分下来以后，我可不能白了您啊。咱俩二八开账，我不能让您白了。这事儿吹了，哎，拉倒，帽子别戴了，袍子别穿了，袋子别系了，鞋也别崩了，哎，拉倒这事啊！不，咱们单说，不是我上，赶紧找别人去。别，您怎么着？怎么回事？我这可是孝顺，你回我呀？怎么了？这么大的家业，我干这么些年了，我手指的缝儿拿了这点也比你这多呀。四姑奶奶瞧，这小子没心呢，这个钱他都要啊！你回我了，饭碗子砸了，差事就下了，那就完了，那就你就挣你的，你甭管我，得了，以后当头道走不就完了吗？好好好，是不是？行行行，哎呦，我帮忙，我找你呢。您够交情，对吗？于先生，有什么事啊？啊，您可就说。那当然了。哎，那个，抱点什么东西，搬点什么东西，这我都成。有的是伙计，有的是伙计，你甭掺和这个。红二白二我也行啊。哎呀，切个什么东西？包葱的一千多人了啊。哪儿吃那么些葱啊？这东西，这个呀，用您干这活，后头打下手，打下手有的是人，有的是人。那我不落人呢？您说，哎呀，你这人事也太多，实诚人，哪这些穷事？你这样吧，啊，出殡那天啊，有点小玩意儿，你跟着拿着就完了。哎，这可不成，嗯，太值钱了可不成，人家都好东西啊，咱翡翠白菜，我给人摔了，赔不起。没，不是那，啊，不用放那，哦，就小玩意儿。你就跟着拿着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这小玩意儿，那个小孩玩的花楞棒，拨楞鼓。哎，花楞棒，嗯嗯嗯，这么大个那个，给他把尺寸弄大点，长了，放大，嗯嗯，做的花枝招展，嗯，头上还弯一钩来，嗯，两边有飘带，是写着四个大字儿“西方接引”，对，还对呢，哎，怎么了？让我打分去了是吧？这多好，这个这好什么呀？好，好啊，这个不去了啊？怎么不去了？干嘛？哦，找当儿子去了？不是，你这就是啊，是啊，是什么呀？是发财呀？发什么财呀？后台那么些人呢，你怎么不找我啊？我找了，咱不像，哎，我像啊？你像也不去，长得天生像干这个？没听说过，啊，我这父母双全，我多丧气！不是你，我给人当儿子去，说好带这不成啊？我绝对不去。前后七那可不是同行同业，到时候笑话我。我七根金条，那么街坊邻居，我见面我都抬不起头来。说好这事儿，好了也不成，这事儿我不干。不，老爷子八千多亩现招林了啊！等我打三老伴家产一半，知道吗？他是他的，这二十多艘轮船呢，不在乎这个。十几家这银行都是你的，我都见过。这买卖单可就归你了，这也不全给我。发了财了，我不管这事儿。老爷子跟前还四个女秘书呢，我还行。老爷子都85了，女秘书也得70多，那四个可都是亚洲小姐。这一个个跟天仙似的，长得漂亮啊！姑奶奶们说了，谁打花，这四个秘书归他。完事之后，搬到南阳一住，买卖是你的，五人过日子，享不尽荣华富贵，你不干拉倒，有的是人。我告诉你，干好。但是您别生气，别说的好好的，知道吗？别生气，别是闹的。这还刚才不累拉倒，我乐意。用钱的人多了，没关系。啊，刚刚，啊，哎，您别往心里去。刚才脑子一懵住了啊！这事儿行啊？行，你这个你别来这套。不，说相声见多了，真事儿啊！啊，我真诚，说去就去。大伙瞧这模样，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呲牙咧嘴。到那儿去一弄，这事儿不灵了。我真成啊，成什么成啊？话又说回来了，啊，真把你找去了，你打花抱罐跟这一哭，啊，街坊你说不对啊？怎么了？老爷子一辈子没儿子，这哪来的？这怎么说？哟，这事儿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啊，就说老头年轻时逛过妓院，留下野种。我是野孩子，不累拉倒。哎，对。这事儿修脚八把子，啊，做到行上，啊，来，您这答应不答应吧？就这么说，行吗？就这么说，我还是嘱咐你啊。没事，您说，你不能回我啊！你要到那儿去见着姑奶奶，你得跟真的一样。哎，这您放心，你该哭得哭，该咱们演戏，逢
场作戏，说哭就哭，说乐就乐。你会到那儿，你磨磨丢丢的，这我要我亲命了。不能够啊！说来就来，当时就哭，真假的？演戏嘛，我没跟啊，对你的，我干多少年了，你们真假的？趴着住了啊！趴着住，这不怕什么的呀？我这吃饭家伙记在你身上了，没关系，你不能坑我，你知道吗？当时眼泪就下来，真的假的？一点问题没有，是吗？但是没错，你别半截乐出来啊！我干嘛呢？我啊，行啊，这饭碗子呀，这哎，你明白这就行。咱当买卖干，罢了罢了，好不好？罢了罢了罢了，那这样说咱行是吧？行行，没问题。不过还有一样啊啊，终归这是你说的啊，你跟这儿你哎，你试一把，我瞧就行了。说是啊，这是万贯家财的事儿啊，是不是？这真砸了，我担不起，我真担不起。不是啊，这怎么是的？就好比说，这就是灵堂了，嗯、你弄好，你哭两声，一瞧，哎，有点意思，到那儿去，咱就齐了。哦，这就是灵堂了。这好比说，这就灵堂，啊、是吧？这都好了，这都弄得了 啊。你爸爸就跟这里躺着呢，哎、是吧？啊。你爸爸在这里了，我爸爸在这里呢。对对对 对，我爸爸是蛐蛐啊！别瞎动，怎么跟这里躺着？老爷子挺好了，别动，别动，这就是这儿，行不行？真的不是，你要不乐拉倒，不是不是不乐意啊！啊，这我行是行，行吗？我跟您说，咱就去直接去就完了。你说的容易，我跟这是没气氛，这东西啊，我就说那就当时就哭就啊，有办法啊，真有办法。你瞧，我跟这老爷子这么些年，我什么没见过啊？我想的能不周到吗？您怎么是怎么想？我给你化化妆。化妆，你穿好了扮得了，你自己找着这感觉。你演这么些年戏，哎，没遇见这么合适你的活儿。真的，你我都替你美得慌。那我试试，我偷着乐去吧。哎呀，这，我说这事儿弄的。还都带着呢，是怎么？就给您预备好了，这是我上你们团呢，嗯，要的你那服装尺寸啊，特意给你做的。这位真下了功夫了，来，于老师慢点啊，您慢点，来啊，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啊，你天热，应该给您做一个凉快点的。您没事，就将就将就。来，行啊，行，嗯，可不是行吗？按照我那尺寸做的吗？是。哎，别说啊，啊，这一般人穿这个他没有这个气氛，您穿这马上看着就像着呢。谁穿着这看着都像啊？来，上面有一个小帽帽啊，戴上那个，啊，活泼，就这个，太好了，行吗？太好了。来，这个咱们简简单单的呀，啊，给你做点小道具啊。这什么？哦，好比就是那幡儿，你知道吗？嗯，你别挑眼啊，别挑眼啊。没关系，咱就说好了。先来这个，咱们就是演戏，你知道吗？是，逢场作戏。来，大肩膀，大肩膀，啊，像干这个啊，这一看有师傅有徒弟，你知道吗？这还传上了？有，这好啊，这好弄好了，省得漏风筝啊。不是，这我光一人这啊，这还是气氛哭吧？不是，您咱就说，我这看着您看没问题了吧？咱到那儿就去，到时候家里人围上以后，这就到那戏，我当时就哭出来，没有问题。这管我一人干低了，这情绪不好弄，您知道吗？一人没有这气氛啊，就是您，我给你找几个帮忙的，这还要帮忙呢？找几个帮忙的行吗？大伙儿配合你行吗？哎，那就行了，行吗？有气氛了，帮忙的。你瞧瞧，为了你，大伙容易吗？你瞧啊，是，美国死人都有，你看啊，各式各样的，这太平天国的这是，你看见吗？行不行？是，热闹极了，这就是现场，这就跟真的一样。那咱们俩伙都是闹忙的啊，连吊孝的都有，有吊孝的吗？还吊孝的。你兄弟，你们俩哥俩呀、啊？这哭错了，回来再练练。不错，这人没问题了吧，于老师？行，那咱们看，咱们我搀着呢。
我看演一回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大伙儿掌声鼓励一下萧子。老爷子还没死呢，没死。新加坡来的，哎，还来一遍。我爱来这个，我不爱来这个。一般人演不了这么好哈。于老师为了演这个节目，每天在家里练啊。我怕把街坊吓着。啊，还行。不管怎么说吧，今天这个图个热闹，哎，这叫大福寿全。是是啊，早先呢，老先生们也演这个啊，那比这还热闹，还得上什么童男童女啊，好几十人，人马呀，对，人也多。这个呢，咱们过些日子呢，重新整理，重新再编排啊，给大伙儿再演。我们一定让于谦老师演这小子啊，我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来这个呢也不像，是不是？还是我像。于老来这比别人都像，没听说过。这个相声就是这样啊，上这来图一什么呀？嗯，图一高兴，乐，是不是啊？对，嗯，我们哥俩有时候呢在台下也聊天说啊，说相声人心态要好，对，一定要心态好。说说相声这人肩懒缠滑坏哦，台上跑不了。是，那可不是，人性跟能力是一样的。哎，你瞧这人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哦，台上啊狗里狗气叽叽嗦嗦，台下也这人。哦，都带出来，所以台上撇着大嘴，台下也撇着大嘴，嘿，一模一样。哦，你这个一看就厚道人。实话实说，于谦是厚道，实在，从小的时候就是很厚道啊。那阵儿来说，家里都不像现在是这么有钱，那时候比较穷，很小的时候就很顾家啊，特别顾家，这是不是单纯的捧的呀？啊，真事儿，小的时候就顾家。哦，我说一事儿啊，小的时候上学，嗯，他就很讲究卫生，结果那脑袋上就长虱子了。这是讲究卫生吗？那阵儿条件，也就是你们家有这条件，一年还能洗回澡是吧？有条件一年洗回澡，平时不行，脏啊，长虱子了，长虱子怎么办呢？啊，于谦有办法。哦，上班上跟同学们挨个的玩那顶球，就是这么个厚道人啊，一下午挨个顶，哎，这一下午全班30多个人啊，全传上了。可不是吗？他很顾家，这还顾什么家呀？他爸爸是剃头的，好嘛，揽买卖去了，是吧？所以说，这在我心中这是了不起的人，嗨，很了不起啊！没什么，没什么，生意方面那也是比别人都精，上学的时候也聪明，是吗？啊，后来进去一班学员班，老师最喜欢他。哦，一帮孩子都站好了，老师这一说啊，于谦。给他们大伙儿站队，让他们报数。哦，小队长，这当个小官，一二三四，我报，他站头一个。嗯，老师也高兴，大伙儿都向于谦学习啊。下午咱们大伙儿啊上前门小剧场，嗯，看演出去，我观摩，看看老先生怎么演出。对，凡是聪明的孩子都跟我走，于谦别动啊。嗯，干嘛单把我给提了出来了？就说他老师偏疼你啊，啊，偏疼你啊，因为你灵啊，因为你灵啊，是不是？当然了。他有的时候他也恨得慌，恨得慌，恨得慌，因为每个学期啊曲团学员班大伙儿都做评审啊，
谁多少分谁多少分，于老师每次都第一。那要学习好，从后往前数，哎，倒数第一啊，我是第一，也恨小孩长志气，善后练边。哎，对，我不能让你们把我比下去，长能耐，我得比你们强，这就对了，对吗？啊，我就得害你们，哎、是吗？这什么心眼儿？这都是省吃俭用啊，存了几天早点钱哦，买了一瓶硫酸回来。硫酸，硫酸，想出去都想绝了啊！藏铺底下，嗯、啊，晚上睡觉都躺好了，大宿舍嘛，啊，孩子们都睡了，啊，他站起来，把这硫酸瓶子拿出来，嗯、啊，倒在那漱口盆里边，举着这杯，你们算是完了，哼，干嘛呀？李伟正，嗯、啊，武斌，他们同学，刘俊凯，嗯、啊，张立平，啊，你们一个也好不了，干嘛？这喷在你们脸上，你们就算完了啊！没听过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河南戏》，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人来的不少啊，对，今天多啊，嗯，来了好些个人，是是吧？啊，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挺大，啊，您感觉还挺灵敏，我这边认声啊，啊，听得见吗？行吗，各位？听得见是吧？啊，行，听得见就行。嗯，我尽量大点声。好啊，那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对，也有头一天来的。哦，新来的，哎，学生叫郭德纲，自我介绍一下。于谦，说我，我们跟您一样啊，啊，都是因为喜欢相声，哦、才在这儿遇见的。哦，咱们走到一起了。对，嗯嗯，您爱听，啊，我们爱说，对，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都是爱好。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啊、哦，那就碰不上了，是不是啊？对对，当然了啊，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哦，有不好这个的，哦，有不喜欢相声的，比如说于谦，啊，就不喜欢相声，我，他拿这个当手艺，怎么叫手艺啊？剃头修脚说相声，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啊，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我这蒙事来了。他最爱干的事儿啊，啊，吃饭喝酒，谁不会吃饭喝酒啊？嗯，都喜欢。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啊、哦，那么厉害，拿这当正事儿干，至于吗？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啊，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哦，我喝不多，三两就得。哦，于谦没少喝，我酒量大啊。白酒、啤酒、啊、黄酒、可乐兑在一块儿，兑一块儿，咕咚咕咚咕咚喝。哎呦，喝完还出去要酒去。啊，一会儿又出去添菜。喝好几起儿，很热情啊！一会儿又进来了，请客吗？你瞧这个眼呢，啊，都拧了。呵，我坐着瞧着他，嗯、啊，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嗯、啊，没坐下，我把皮带解开了。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啊？这是吓我一跳啊！啊，我说怎么了？嗯、啊，没理我啊。把裤子一脱，嗯，蹲在地上，嗯，开始方便，啊，包间里啊，吓我一跳啊，嗯，我赶紧敲那桌子，哎，嗯，他说话了，说什么？别敲了，我也没带纸，嗨，这是喝多了，这个，喝酒喝多了，啊，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嗯，都搁在相声上，用的正地方是，这是专业。对对对，说良心话啊，啊，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哎呦，那不敢说，这你客气啊，客气客气，是吗？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啊，那倒是高点儿，气势比我也好，是吗？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哟，您太客气了，真的啊，
啊，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嗯，个顶个比我精神。都谁呀、啊？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嗯，什么胡军、胡东，拿了一瞧，嗯，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不至于吧？我死的心都有。呵，干嘛呀你？真是不想活着了。哦哦，一回头瞧见他，啊，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我招你惹你了我？咱说实话啊，啊，实话实说，这什么实话实说呀、啊？实话实说，其实我们两人来说啊，啊，都是从小学相声，打小学的。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什么叫行子呀？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啊，您喜欢什么？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啊，嚯，人家那唱那个的，唱哪个的？穿一燕尾服啊，打一领结。哦，哎，指挥啊，嚯，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哦，美声唱法，看着很有素，高雅艺术，很有素，看着啊。什么叫很有素啊？有素质啊，有素啊。什么？您说全了，把这劲儿带出来。哎，我小时候七岁啊，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哦、是，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为什么？我进跟家练了。哦，有准备。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嗯，见天跟他我，咪咪咪，妈，见天练这个，哦，这一去就考上了啊。好，等着吧，嗯，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多少人啊？报考的人多，那队人少，哦、那队人少啊。嗯，我上这边吧，跟那也行，站这边，哎，等着，嗯嗯，等着，等着叫号啊，等着吧，自己练啊、嗯，咪咪咪。妈妈妈哦，嗯嗯，这充分。一会儿到我了，嗯，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哦，来了，嗯，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哦，我说行嘞，嗯，心说我见天跟钢琴练，对，老师一回手啊，嗯，拿起乐器来，啊、哦，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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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呱唧呱唧呱呱呱，沙里呱里里呱，张嘴咪咪咪，妈妈妈，呱的里呱里里呱，不行，你叫什么？什么呀？一块儿去吗？这个出门一看呢，啊，曲艺团招生，我说的呢，我说我进错门了，啊，我不上了，行吗？啊，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啊，罚八千，嗯，好嘛，罚八千，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怎么着？不上不行啊，啊，人家校长很高兴啊，哦，跟那老师们说啊，不错啊，嗯，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哦，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行吗？没招不生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嗯嗯，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哦，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有嗓子。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是啊，梅先生夸我，梅先生，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哎，你要是唱戏去，你准得露脸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啊，我就跟梅先生合了伙了。啊，您就唱了戏了，要了梅秀儿了。嗨、哎。梅先生嘛，梅铺那先生，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没小了这个，唱了相声、啊，相声也不容易，相声难，相声也不容易。对，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嗯、啊，那是功夫，是那是功夫，有基础，对不对？啊，嘴得干净。对，什么叫报菜名？嗯、啊，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就学这么一活吧，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你张嘴，当当当当当当当，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怎么着？不能打奔儿、嗯，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嗯，哎，烧子，啊，卤煮火烧。鱼香肉丝、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哎呀，对对对对对，别说了，别说了，都得会。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可不成。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好，别瞧不起我。没有，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这好，不容易啊，什么都得会，都会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是哪门弄好都不容易。那当然，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学太不容易了。有学说话，哦，有学唱。哦，有学表演，
说话用学吗？嗯，用学。说话也学。方言呢？哦哦，方言呢？地方话是不是？嗯，你搁在台上、嗯，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对，这观众听着很舒服。哎，是不是？也有外府人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嗯，学个聋哑，哦，这不用上表演了吗？是是是，包括学唱，唱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都得学，都得跟人家学。嗯，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殊特殊，地方曲种，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对，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呢。是是是，太多了。嗯，说不过来。哦，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是吗？北京就有。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北京曲剧。哦，曲剧，这你不外行。啊，曲剧的前身是曲艺。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哦，那是北京特色，好听啊。好、哦，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哎，啊，老前辈们，佟、哎、大方，哎，都唱过曲剧。是是是，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嗯。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哦，它有抑制的功效，知道吗？怎么叫抑制？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嗨、啊，那我还听它干嘛呀？哎、就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猜着听，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是什么牌子。是啊，你看杨乃武小白菜，嗯，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哎呀，好听，多好听！您学几句啊，李宝岩，哎，唱一唱曲剧。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这么卖力气，好好唱啊！哎，来吧，我很认真的唱啊。嗯，什么词儿来着？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三寸鼻关紧握住，碎了命的。性命无，齐家园，别老母，我们一家数口骨肉分离，在半途是林，生死从头出一条，妙计来相出，上写着于谦是个坏人。哎，嗨，行了行了，没关系，不不不不不，碎去啊，碎去吧，有写这个的吗？原词儿，原词儿，这原词儿，这是原老词儿都有这个没有，知道吗？北京曲剧，你听去吧，啊，京字京音，哎，唱得好，是不是？嗯嗯，北京的地方戏，对，还有评剧，评戏，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嗯嗯，主要的地方戏，大伙儿也都爱听，全国第二大剧种啊，嗯，好听，是，我认为评剧啊，嗯，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哦，演员岁数不要大，因为什么呢？嗯，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风花雪月。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没有美感。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嗯，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哇，老太太扮演秦香莲啊，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嗨，别形容，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嚯，没法看，没法瞧啊。嗯。坐在我前面有天津观众，哦，说句话我乐坏了。怎么说？哎呀，好秦香莲了啊！还有秦香莲都够头了。嗯，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呵，这么评论的呢？不好看，嗯，不好看，是是不是？对，就得年轻。嗯、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哦，没有嗓子了，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嗯。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嚯，不行啊，嗯，唱几句不好听，是吗？听桥楼打一更，新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安老。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您这话太损了，是不是？没有这么说话的，提倡年轻化。嗯，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哦，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啊都好，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嗯 嗯，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哦、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哦，丑角戏。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哦，当个小尊挺老师的大丑。哦。张先生是啊，上家学过戏，哼，他很喜欢我，您受过真传，特别喜欢我啊。后来跟我说了，啊，你条件也是不错，方方面面都好，嗯，大明儿戏你别来了，啊，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
很喜欢我。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惦记弄死您了。老头啊，小心眼儿。怎么了？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搬吃的。套什么亲戚啊？我想当他姑爷。不乐意。惦记人闺女呢。他闺女特别喜欢我。是啊。就是那女婿反对，知道吗？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化散了再说说。您什么人呢？您这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哦，打狗劝夫的大生，哦，活捉孙父的孙父，呵，包括万花船的蔡炳，太好了，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哦，唱腔很有特点。这么着啊，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学这个啊，行。平时轻易还不唱啊，没关系，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蔡炳的一段唱，好，挺好听啊，来一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又来啊，我很认真啊，这样不需要这个啊，不需要这个，这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啊，眼保健操，好了，没毛病，来吧，穷我很尊敬他，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了。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河北梆子。哦，那好听。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梆子也是名家辈出。对，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呵，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对对，本名叫王庆林，嗓子不好，但是会唱，有味儿，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那个银达子，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哎，您给学一段这个，啊，一唱就这味儿。好好好，门口卖煎饼的啊，跟人有什么关系啊？对，图个热闹。
图个热闹，那倒是显着大伙客气，你知道吗？唱的还真不错。啊、就散了之后，鼓掌了都别走啊！啊，咱们跟我吃饭啊！啊，请客，谁去谁花钱啊？嗨、哎，没说一样。这是河北地方戏哦，到了河南、嗯，地方戏可就更多了。都有什么？豫剧啊，洛阳曲子，嗯，二家弦儿，嚯、哦，大平调是，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乐调特别好听，是吗？出了一位名角叫申凤梅，哎，好演员，是是，外号叫河南诸葛亮，好角，诸葛的戏唱的最好，嗯，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哟，呵。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哦、就是他，不光老生好，嗯，旦角也能唱，哦，小生也能唱，全功，哎，称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好，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四门》，这是两出王闹戏，嗯，唱得好，呵，那好戏，好听，好听，嗯、尤其《杀四门》，它里边好多叠着句儿，嗯，啊，唱起来这么俏皮，这么着，嗯，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学学《杀四门》啊，哎，《杀四门》又来了，您就别那么活动了，好听着呢。有官人李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待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一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舍召唤，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与外甥沙发沙发甚不错，玉红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到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了魔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落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唐梨园林通林通杀过王，好比小唐通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将新女失去失去毛朵，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望我火是旁财，御林军王是往上兵过，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我杀死门，战于红把我王爷见过，天台脚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御林军把威望再上了城多。河南语调，嗯，唱得好听啊，好听。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有问题？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哦，大戏，这个比较粗糙，是吗？嗯，有的戏是有剧本，哦、那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哟，那怎么唱啊？就是提纲，哦、后台大伙瞧瞧，啊、哦，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嗯嗯，我演包公啊，嚯、哦，你演秦香莲啊，嗯嗯，你来那狗啊，行了，有狗吗？这里头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什么意思啊？提纲戏啊，就跑大梁子是吧？跑梁子啊啊、哦哦哦！台上净没准儿。嗯，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哦，《封神榜》啊、嗯，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那么长。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嚯，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是啊，其中反五官的时候，嗯，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啊，说了词儿一句都不是人话，是吗？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正催马来迎我看、嗯，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好，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什么所在、嗯、啊。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待我下马一观，嗯，翻身下马，嗯，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待我念来，念潼关，不识数，嗨、哎，这是三个字吗？这个不识数，嗯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黄河镇后边黄河镇，姜、嗯、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哦，赵公明摆下黄河镇，是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嗯，来劝赵公明别打架。哦、有话好说，是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嗯，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打起来了。赵公明咱们知道，嗯，武财神呢、啊，对，骑着一只黑老虎，哦，这神话当神话啊，嗯嗯，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哦，一个鹿一个虎，哎，赵公明先唱，嗯，应该是这样，原词儿，赵公明把黑虎夸。好，赵公明把黑虎挂，这么句词儿。哎，燃灯再唱，嗯，燃灯道人我赏梅花，赏梅花，这么两句，嗯嗯，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怎么？赵公明我赏梅花，哎，他赏梅花了。燃灯一琢磨，嗯，
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对了，艺术性太是不是啊？嗯，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哎，那比较普及。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对对对，好多的好的剧目。对，好多名家，嗯，都是河南豫剧出的，名家辈出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新戏朝阳沟什么的。哎，对 对，家喻户晓，都知道，都知道。嗯，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哦，花脸，嗯，唱的有意思，是吗？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哦，尤其唱包公，嗯，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单一味儿。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是吗？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怎么知识性？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啊，都知道吧？都知道啊。十二属性，丑牛寅虎卯兔，对，都有啊。啊，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哟，那他属什么呀？属骆驼。哎，有属骆驼的吗？有一出戏里有啊。啊，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哦，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怎么唱的？就说他属骆驼的，原词是的。呵，好听，您给学学。马超骆驾拍拍起腿。金瓜月富要光辉，来时来为谁是人们，这一回不同那一回，结果他我是一个那罗富贵。这个味儿，建国泰是一个骆驼贵，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好嘛，这么地方就这么痛快听着啊，很通俗，是是，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既然好，就应该搁到什么地方都合适。那可未必，怎么呢？搁到别处未必就合适。哎，这好吗？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也不乏试一试。那胡来了，怎么呢？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对呀、啊，抱着孩子睡觉，嗯啊，小谦儿，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儿子，不，哎，别叫，哎，先别叫，你占我便宜，我占你便宜，占我便宜，我这吃半天亏了，我啊，怎么着？怎么？你先别叫呢，不叫的，这孩子叫什么？叫小谦儿，小谦儿，小谦儿，您不如说就叫我啊，也行啊，什么也行啊，啊，哄孩子别搅和，就先说这孩子吧，别闹啊，嗯，别闹啊。睡觉啊，嗯，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别提这职业了，行吗？睡觉啊，嗯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个琴弦声。琴声儿轻，调儿动听，摇篮儿轻摆动啊，两粒宝宝闭上眼睛，睡呀睡在梦中。不光孩子找了，这傻娘们都睡了。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人唱得好。这叫多棒啊！不知道以为哄孩子跟猪圈，没听说过啊，没怎么说话的，一般都得这样，就这么哄孩子吗？按你说唱河南梆子可以啊，那边非乱了不可，没关系啊，试一试，那就得当爹的来了。哎，男同志了，小钱儿，还是我，睡觉。一会儿爹上歌厅接你妈下班，没完了是怎么着？一家子嘛，他一家子，什么一家子呀？行，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啊！一天到晚唱着呢，在外头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没，别那么多废话呀！不讲话了，别拿会唱摇篮曲儿去，这我就会唱豫剧啊！唱吧，嗯，听着，啊，说什么三更半夜天。睡着了，累死了。